请合掌。南无毗卢遮那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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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哈。上一次在这边上完，就是对死亡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哈，有居士在下楼的时候啊，就跟我讲说，啊，师父听了那个这个课以后，对于死亡就比较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哈，那比较能够接受。那其实佛法的好用就是这样子，他告诉你很多我们本来以为的，像有一句那个偈子不是叫做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吗？哦，然后后面怎样？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嘛。那最后面那一句又回到怎样？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嘛。哦，那我们学佛法以后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刚开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因为我们还是用我们的那个根根尘交涉，认为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是实有的。所以你看到山，你知道这就是山；看到水，你知道那个就是水。可是呢，当学佛法以后啊，我们知道一切怎样如幻嘛，哦，这个根根尘交涉也是怎样，就是一个虚幻的，它的本质上那个本体上还是空嘛，哦，那你开始怎样，哎，看这个山，哎，这个山是真的有吗？哦，开始会产生种种的质疑嘛，哦，所以到了后面的，到了中间你会觉得啊，看这个好像也。你开始会，就是说，你开始接受佛法的时候，你看事情的角度跟立场跟开始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像以前就是很直觉，杯子就杯子，什么就是什么，你会开始想说，这个东西是会开始认为它是这个是实有的嘛？哦，你会产生种种的质疑，哦，那你就会有一些疑问，哦，那很好哈，哦，其实。有时候，像禅宗常常讲疑情，有没有？你如果对这世界上的种种没有任何的怀疑，或者是对这世界上很多东西你都认为它就是确实实际上有的话，哦，那可能你就对这世界上的抓取性就会比较大，哦，那但是呢，你如果对开始有一些疑，开始怀疑，哎，那佛法说这些都是不是真的实际有就是存在的。哦，那你产生怀疑之后，你开始会是这样，想要去证实啊，好，所以后面呢，等到你就是说啊，你很多东西你，人家说信解行证嘛，哦，当你相信的时候，然后听过一些佛法之后熏习之后，然后你会去证，哦，证就是透过修行啊，好，那你证到的时候呢，你对于佛法又会更加坚信，哦，那你开始这样。见山又是山，为什么？你那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好，那时候的见山是山，就算它是山也这样，没有任何的执着性，哦，也不会有产生任何的，就是，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世界上的这五欲啊，所产生的种种的很多的执着啦，哦，很多贪嗔痴的种种执着。那到后面呢，我们对这些东西其实这样。哎，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们这样都不会产生执着性。哦，曾经在一个地方讲那个，就是讲完三法印，然后讲三法印，讲完之后，就有个女众居士说：“师父啊，这样听起来佛法不是觉得非常的消极？哦，好像怎样，一切都是无常嘛，啊，一切也都没有一个实体存在的我啊，哦，好像。”然后我就笑笑跟他说啊，哎，不然是要怎样？就是哎，什么？你认为佛法就应该是什么都不做，就是坐在那边，就是这样子吗？我说并不是哈，其实佛法是很积极的，告诉你很无常，所以你要赶快怎样？赶快修啊，对不对？好，告诉你这世间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存在的啊，本来都一直在演变呐，啊，然后你也会这样，赶快这样起修啊。跟你讲无常无我是要大家不要产生太多的执着性，是在执着性的部分，那你有想要做什么，像那个女中居士她就是要考会计师啊，你要考会计师你要很用功啊，赶快去读书，赶快去认真的，因为无常嘛，
就像是我们有时候叫请人家去打禅期，那你没有把握住这一次的因缘，以后就很难讲哦，很多事情以后都很难讲，所以师父都很成就人家去打禅期，只要是为了打，像有时候我跟像师父他很可爱啊，很可爱。好，例如说你要买，因为他本身那个师父是很节省的，很节省，你要买什么东西他会想很久，可是你如果跟他讲说，师父你知道吗，我要打禅期，我缺了个杯子，然后师父就跟你说赶快去买。好，因为他会认为这样休息要用的东西，这样就赶快需要就赶快去买。好，那但是呢，如果你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东西，他就认为就是尽量的这样我们对这些东西其实都还好嘛，可有可无。所以他在很多地方展现会很可爱啊，很可爱哈，他会觉得修行真的是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回到佛学十四讲哈，那首先其实这些佛学基础班都是在一些对于佛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哈，基本的认知。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号称自己成佛啊，然后号称自己是一个佛法的团体啊，那这种东西太多了哈。无可厚非，如果我们对佛法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才不会被这些人这样人云亦云嘛。哦，是是是，这个他讲的这个是佛法啊，其实都要起问号啊，好，起问号。好，那在这一本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面的地方哈。佛学十四讲的封面的地方，他告诉大家讲佛什么叫做佛，其实他这边用佛学比较好的方式，其实用佛法会比较好一点。佛学好像就当做一种学问，可是以佛法来讲的话，他还有这样信解之后还有行跟证嘛，而不是说就是我们一直在一面钻研佛法而已。了解佛法的名相啊，了解它的运作以后，我们还要实际用我们这个色身去这样证。像礼拜四的那个晚上我在这边讲的大圣起心论，其实就是让大家相信自己是能够成佛的。那什么叫做佛，我们就开始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认知，什么是佛。才不会现在坊间有没有人号称自己成佛的。好，那同学怎么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佛？无从判断嘛。那从哪里能够得知？就是从这些我们在听课当中的耳濡目染，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我们在实修上，透过我们这个色身去实修，可以证实到佛经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的。佛经所讲的全部都是真的。所以他这边讲到了，佛学是一门讲觉悟的 学问、其实是一个觉悟的法门啊，法门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很强调是在行的部分啊，很强调在行的部分。那内觉呢，人生的本身呢，那外觉讲宇宙的环境，就整个法界。那我们人生的本身呢，像曾经看过一部片子，它是一对 男女对于就是人生产生一些不晓得何去何从，就非常迷惘。那他们觉得他们要找的答案在印度，所以这一对就是男女朋友呢，就去印度开始要寻找他们的人生的答案。好，那后来找到那位智者，那个智者就告诉他们，其实也许答案就在你家的后院里面。好，所以是这样跑太远了。然后也有一些最近也听到一个师姐，她说她想要去印度灵修，好像修行就是要跑很远，然后才能够得到那种就是真正的那种哈。其实那都是跑太远了啦，有没有看到是内觉？内觉人生的本身呐，也就是说你坐在这边，其实就可以这样开始可以这样禅修，就是可以修行的，不用跑这么远哦。那跑这么远呢，有时候是散散心啊，散散心啊，那你外觉可以觉到就是宇宙的环境啊，那但是这样讲其实并不是说代表大家就可以不要去禅修，或者不要去做种种的修行，那不一样，那不一样。修行是这样子，同学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
眼耳鼻舌身，好，然后常常对那些色身香味触一直在交涉，对不对？这交涉的过程其实是耗能量的，哦。那修行的时候，像我们去打禅清或什么，是怎样静语，哦。当你在静语的时候，那你的眼耳鼻舌身不去跟那个色身香味种种的交涉的时候，那那个能量是可以充饱的，哦。那身体会产生种种的变化。好，那甚至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坐在这边，有时候像，有些人他会念头很多啊，哈，然后或者是想法很多啊，那个其实都是很消耗能量，哦，所以修行不是说你一定要到那个场地，可是一般的像我们一般这样子，就是你们平常工作也忙啊，哈，或者是不管是为了社会国家哈，或者为了自己的家庭，都耗费很多的体力。哦，这个体力要补充回来，其实就是要利用那个禅修。禅修，当你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能量开始才会有饱满。哦，那当然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又开始消耗能量，又是消消会往下走。哦，啊，所以还要怎样继续保任？哦，就是平常时还要做。那保任的话，它大概它下滑的速度会比较慢。那等到你下一次去打禅期的时候，又开始衔接上。哦，所以禅修是有它的必要性。哦，也就是所谓的闭关，然后闭关是有它的必要性，哦，的原因在这边，哦，不然同学想看看，像我在其他地方也有带那个打坐，那一个礼拜就坐半个小时左右而已，哦，那半个小时你稍微积的能量回去，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骂骂小孩啊，哈，然后担忧一下这样，能量就消耗完了嘛，对不对？好。那个身体就还来不及产生任何的身心变化，就这样就结束了哈。那个能量大概人的福报，人的那个能量其实就是这么一点点，所以很把握机会哈。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子哈。禅修是有它的必要性，那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有太多的攀缘哈。攀缘也就是说，当然有同学就是说师父。这个讲是理论呐，啊，可是我们上班也还要跟同事沟通啊，哦，啊，做任何事情也还是要讲话，要有种种的跟人家有那一些交涉啊，不可能说都不理人家吧，哦，其实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在就是有种种交涉可以，可是不要产生任何的执着性，好，哦，那很多话像我们回到常住，其实也是都是一些必要，哦，必要的，例如说。什么东西要怎么处理？这样子哦，讲一些这样子的话哈，哦，啊，其他都是其实各自就是备课啊，做什么啊哈，哦，也常住也有一些工作哈，哦，所以并不是叫你就是坐在那边就能够保持它的能量，而是你不管你怎么就是行住坐卧当中都是要收摄哈，哦。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他是这样，当他会一头热。哦，那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是有点讲过头了。哈，哦，曾经看过一个，他是，就是在卖东西的。那他卖东西，其实有时候你客人要不要，你东西拿出来，那客人要不要，其实他自己就很快就可以决定的。可是他会开始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个其实也是都是一种消耗，都是一种消耗。好，哦。那像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清大的女孩子，然后一个硕士，她去打完禅期以后回来以后，她就跟我们讲说：“师父，我现在发现哈，我越来越不爱讲话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讲话很耗能量。哦，当你通过禅修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那个能量的那个，你会觉察的比较怎样？身体，当然我们讲的能量哈是。”比较通俗的讲法，哦，比较通俗的讲法，也就是让讲一些真是大家能够听懂都懂的语言。那在佛法里面就有所谓的定力啊，或者是种种的其他的一种说法，哦，都可以，哦，主要语言的部分其实就是让大家听得懂，能够理解，能够了解，哦。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哦，所以呢，要能够获得大解脱，不觉，如果你没有去。有任何的觉察或者是任何的觉悟，就会被这样人生跟宇宙支配哈，然后受他祝福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案哈，道信呐，啊，哈，道信就是所谓的世主哈，世主
在禅宗的世祖。哦，他才14岁的时候，哦，就去礼，就是礼拜那个深忏大师啊，哦，就跟他说，哎，和尚啊，能不能慈悲啊？哦，就告诉我什么叫哪些，就是告诉我解脱的法门。哦，然后那个大师就问他说，啊，谁绑着你啊？哦，然后那个道信一看啊，没有啊，没有人绑着我啊。哦，然后那个深忏大师就回答说，如果没人绑着你，那干嘛要再求解脱呢？哦，那这个道信一听，言下大悟啊。哦，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谁绑着我们？自己嘛。哦，自己嘛。因为我们对这五欲，对这根根扯的交涉，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然后抓取了这些东西，然后每天就在为这些东西而转。哦，那像一般的女众就是为了亲子，哦，小孩子啊，哦，先生啊，然后就每天这样啊忙啊忙啊，哦，每天这样子就一天过一天，然后就担忧啊，哦，我们常常开玩笑，女众啊，哦，就是这样子，小孩结婚也担心，小孩不结婚也担心，小孩生孙子也担心，小孩子不生孙子也担心，哦，永远都在担忧当中，哦，怕这个怕那个的，哦，其实每个小孩子其实都有他自己本身带来的福报，哦，带来的福报，哦，所以不需要去担忧他，哦。像我们在其他地方，在上佛法课程的时候，我们就介绍说，其实人跟人相处，其实尽量给对方一个自在的空间，然后自在的空间。哦，那当然小孩子还小，你要建立他一个正确的行为，是需要去就是干涉或是管他，没有错。可是将当小孩子渐渐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业力因缘，哦，有他自己的业力因缘。哦，很多事情就像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种种的关系。好，哦，像最近就有一个师姐跑来跟我说，师父，我觉得啊，哈，他的小孩子哈，都跟他不亲呐，啊。好，哦，那同学当中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啊，为什么会不亲？小孩子为什么会跟你不亲？好，哦，有时候他自己就强调他都扮演一个严母的角色。什么叫严母？也就是管这个管那个啊，然后要求分数，要求成绩，要求一大堆。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管任何关系都好，哦，对，就人家就有些人会开玩笑说，好像有些人就是这样，有强迫症，一定要让对方认同自己，然后一定要让对方跟就是想法啊做法啊要符合这个框框。哦，曾经在一个地方啊，哈，因为那有些夫妻他们会就是会有一些争执，会有一些吵架，那我们就会尽量说，就是双方其实互相尊重，给对方一个空间，对方想要做什么那就是尊重。那我们就借有一个很短的影片，就是一对日本的夫妻啊，哈，那先生是已经就是退休了，那太太呢，哈，因为先生喜欢早餐，他喜欢吃的是中餐，然后也就是他吃粥啊、吃菜那些的。那太太呢，她比较喜欢吃的是属于那种就是面包啊，好，然后弄一些果酱这样子。好，那他们就各准备各的，然后各吃各的。好，然后太太就会准备两份早餐这样子，这样啊。然后哎，在座的同学看完以后，那个女众那个妈妈就开始就说，师傅，我没有看到那个男众有任何的付出啊，好，哦，都是女众在煮啊，你看他煮为了各吃不同，他煮两个不同的早餐呢，哦，我说，一般重点不是在这边啦，哈，而是在哪里？那互相尊重嘛，先生没有跟一直说服太太说吃中餐好啊，中餐比较怎样营养啊，好，哦，吃个面包容易胀气，容易怎么样啊，哈，哦，太太也不会说服先生说，哎呀，你就不要再吃粥了吧，太麻烦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等等啊，哈，哦，就是互相怎样尊重嘛，好，哦，那所以很多的关系其实会互相的疏远或者很僵，彼此有任何的争执或者有任何对立，同学要在这当中要看到什么东西？看到我执啊，好，我的一个执着性，也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所以就要对方这样符合我的想法跟看法。哦，那夫妻会吵架也是一样，当中一定有这样我执的存在。哦，有些就比较随顺，比较随顺一些，啊，有些就这样很固定，哦，很固定，就是
哎，我这样想就是对的，所以你要照着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去做。哦，就有看过一对夫妻，那个太太就说啊，哦，我那个先生啊，食衣住行每一样都管，哦，每一样都管哈。像那个太太是很喜欢穿红色衣服来，然后那先生就说，哎呀，你是来上禅修的课程，所以应该这样。穿淡色的啊，不应该穿红色的啊。然后可是他到我们班上，其实还蛮多那个太太们，他们都是穿红色的衣服，好，所以其实不是在身上衣服的颜色，而是在我们那颗心啊，对不对？你的心没办法静下来，你的心一直随外缘，你心有很多的想法，你就算穿的是白色，穿的是任何颜色，也没有办法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心的问题，你对向外求是这样。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讲要向内求。我们看看关照观察我们这颗心，哦，当有任何争执的时候，我们看看说，哎呀，这执着点在哪里？哦，执着点在哪里？当然，有些事情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对的事情，或是要像其实原则很简单呐，也就是说，你对方如果做的事情是没有不会去伤害到别人。不会去伤害到自己，那怎么样？就尊重对方嘛，哦，不管是那个父母、先生、小孩都一样，哦，都一样，哦，不然其实这样，双方都很痛苦啊，哦，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执着性，哦，可以看到一些执着性，我们就这样放下我们这些种种的执着。那你想看看，如果那个妈妈，那个说那个小孩跟他不亲的妈妈，她也放下她对成绩的执着，对于小孩子的种种设定的时候，小孩子会不会来亲近她？好，一般的来讲哈，很多的人都说我没办法改变了，因为他希望改变的是怎样？对方，他都认为对方是错的，所以是对方要改。好，那有一次上完课，就一个那个太太跑来跟我讲哈，那太太她就说啊哈。他先生之前也是很坚持很僵硬，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很多。可是后来他就开始改变了，他不跟他怎样直接对立哦。那他就跟他很多事情要跟他好啊好啊好，都去做。那做完以后呢，哦，他发现他先生开始有所改变了哦。因为当你开始改变的时候，对方才会开始改变哦。所以改变不是说。要求对方啊，哈，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怎么去要求别人改变？哈，所以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看到我们自己的执着，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之后，当我们这些东西改变的时候，对方自然会有所察觉，哦，才会改变那一种就是彼此对待的一个模式啊。好，所以人都很好，很有趣哈，一看就开始那个，像那个太太，她一直觉得她先生没有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她一直认为说啊，你看师傅，你看这部片子，她先生都没有做任何事情啊，哈啊，其实那部片子当中的先生他是退休了没有错，可是他还是在做一些公益，哈，还有在做一些公益，哦，那重点是怎样？这个先生让这个太太愿意煮两份早餐嘛，对不对？代表他们之间不会有很多的对立呀，对不对？哦，所以先学会在日常的当中不要制造太多的对立开始，哦，那个对立有时候就是一种执着性，然后一种坚硬，一种坚固的开始。那当然不是说对立就是不好，哦，这个又像每次讲到这一边的时候，又开始同学会那只要有任何争执跟对抗或对立，就是代表不好哦，那又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一些事情也必须要经过彼此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沟通跟协调，不可能一个人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嘛，哈，哦，就算是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在于这当中，其实很重要就是在于智慧了，哦，我们看到自己的执着，那如果这件事情是还是要。某些部分需要有所坚持的话，还是要去有所处理啊，哦，不是一直退一直退哦，那叫做不执着哈，哦，并不是哈，哦，你当你一直抓取不执着的时候，本身也是一个怎样执着了，啊，好，所以佛法就是这样子，它是很圆融的，不是同学这样子听着哦不执着，那我以后对任何事情人家说什么我都说好好好，然后我都不要拒绝，然后我都人家说哎今天喝个茶哈聊个天好好好好好，那个都没有任何对立，然后都没有任何的这当中都没有任何的执着性的哈，
并不是这样。好，你这个你也是抓着不执着，然后怎样，也是变成你的一个执着嘛。好，所以同学要很有智慧的去理解课堂上所讲的一切，而不是要用智慧去理解，而不是用听到有些人听到他就真的是偏一边哈。那以佛法来讲的话，你必须要讲很有智慧，很有智慧，主要是在讲那个智慧。还有在这个讲到这边，其实重点是在于就是看到自己的一个执着性，然后能够改变啊。所以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好了，如果你能够明白佛的真意，自然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个正确目标，而不至于迷信。迷信的东西很多了哈，后面也会都会有讲哈。那同学，我们先打开佛学十四讲的目次的部分，刚好啊哈，我们这个课程是安排8月、9月、10月嘛哈，那8月有4次，所以大概可以讲到4讲，那9月有5次，可以讲到9讲。好，那后面的有一个13讲的部分哈，它这个是讲行门的一个特别捷径哈，它讲的是净土法门。好，那因为目前同学是可能很多种法门都可能会接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13讲跟14讲我们就把它做一起讲哈。所以这刚刚好，这个讲次就刚好是14讲哈，就刚好是可以用做把13次做完，可以讲。就是讲授完毕哈。那第一讲呢，先明佛意，刚才有讲了嘛哈，同学要先了解佛啊哈。那第二讲是研究佛学的话，要先知道别相哦，别相这个就大概哈，我们现在大概讲一下，那之后在每一堂课开始，我们都会有一些细讲。好，那再来就是消除几种误会哈，同学在对佛学当中有一些认知上的错误哈，通常能够让同学知道一个正确，然后不要误会的话，才不会就是浪费很多的时间了哈。有些人他例如说他刚开始，有些人接触一些法门或是一些东西，然后讲的奇奇怪怪的，然后开始他就会觉得那个就是真的，那个就是佛法哦，那这个就误会大了。好，说佛法其实是怎样？很坦荡，然后而且怎样，都是在讲自行，然后自修，就是自修的部分，而不是在于就是外在的一些种种形象，像同学有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打坐的时候啊，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有看到什么人啊，有啊，甚至于就是有些人说，哎，他打坐回来可能就有些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怎样？还是在根层的一个交涉而已哈，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那个实质上的，就是实质上的真正的佛法来讲呢，应该是我们自己今天又放下了哪些执着性，然后又改变了些什么。好，那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有智慧的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坐在蒲团，自然而然这样定力就会产生了。好，所以真正禅修的成果并不是在于那些意象，好，同学要了解这一点，好，而是在于就是是同学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到底在贪嗔痴念头当中到底这样断了哪一根，好，哪一个哦，像到底断了，我们现在到底没有贪没有嗔还是没有痴，哦，这才是很重要的。好，好，那再来就是第四讲是讲人生当前之所受啊，哈，所以他除了先了解佛以外，然后开始就是迈入到各位同学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啊。好，那第五讲、第六讲就是宇宙的，好，我们这些友情怎么样的形成，我们这些气世界好怎么样的形成。好，那第八讲的话就是一些内容啊，哈，设施大概的一些内容哈。好，那再来的话他有讲方便，好，也就是说佛因为不同的众生，所以还有种种的方便，好，那这边有就是无胜的那个解脱的方式，好，
那在第十讲，它有五戒十善，好，五戒十善，也就是它除了告诉你，佛法怎么样认知这个世界、世间这个法界以后，也有告诉同学怎样要怎么样能够修，哦，要怎么样做哪些事情可以这样，哦，就是能够达到解脱的解脱的目的。那解脱其实，就像刚才讲啦，哈，有些人他认为解脱是一个最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可是同学，哈，也可以看到啊，谁帮你啊？哈，如果没人帮，干嘛要求解脱呢？对不对？要有人帮才求解脱啊，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大家，其实当下我们其实就具足真如等等的本性，只是我们自己怎样，好，还是被外尘所惑，就是被种种的色声香味触啊，好，喜欢怎样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然后喜欢闻一些香的，被这些东西给迷惑了嘛，好，所以那个大家认为很珍贵的这些东西，就佛法来讲，他认为他是个贼啊，好，因为怎样窃取掉我们的真如本性啊，窃取掉我们的真如啊。因为我们被这些外尘所惑，所以怎样，哦，失去了我们原厂，也就是本来的面目啊，哦，好，那再讲就是四谛啊，十二因缘，哦，然后讲六度啊，哦，还有一个在十三讲就是讲净土法门，啊哦，那十四讲就是我们应有的警觉，哦，应有的警觉。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先明佛义的，哦，它后面有一些表格，哦，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了，哦，他把佛呢，佛什么叫做佛，哦，他这边认知佛是怎样智者跟觉者，哦，也就是要有智慧，然后有 觉悟觉察的，哦，那什么是佛呢，什么是众生呢，哦，这待会会讲到，哦，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在智者这边，它有分成三种智，一种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好，那它是由浅到深，也就是说，一切智的话是声闻跟缘觉的一个，就是阿罗汉的一个智慧。好，这后面都有，哦，同学，这个是大概讲一下，那让同学大概能够先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在哪里。好，那后面会细讲，好，后面会细讲。那这些东西其实也都不用抄，因为后面其实都有内容都在后面，哦，道种智的部分的话就是菩萨的智慧，哦，他能够知法的别相，那一切种智就是那个佛的智慧了，哦，那觉察呢，到底要觉察些什么东西，哦，第一个，哦，要怎样对烦恼战，哦，同学要知道什么是烦恼啊，对不对，哦，一般同学认为的烦恼是什么啊，今天小孩子不晓得有没有吃饭啊，哦，今天小孩子不晓得怎么样啊，哦，都是在担忧小孩，对不对，哦，那其实真正的烦恼战是应该我们所起的贪嗔痴的念头啊，哦，而不是在那个所呈现，大家想看看你今天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原因是什么，贪嗔痴里面的哪一个痴嘛，因为你看不清楚真相，所以你会烦恼嘛，如果你看得清楚真相，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的和，那每个小孩子其实都有他自己本身带来的福报，那每个小孩子其实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呈现，你还需不需要去担心，好，就像我们之前想在那个横山家之位的这部电影里面，那个母亲失去的那个小孩子，对不对，那个母亲失去的那个小孩子，哦，他觉得是别人，他为了要去救另外一个小孩子，所以让他失去了那个小孩，哦，他那个大的儿子是因为要救一个陌生的小孩子，所以这样也就这样子就是溺死这样子，好，那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众生一般的人在看，一定是产生种种嗔心嘛，哦，很生气啊，为什么我的小孩子要去救别人的小孩子，然后产生的？那可是如果学佛以后，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看到的是怎样？我们又在起，就是分别嘛，我的、别人的，其实别人的小孩子也是这样，小孩嘛，
好、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知道每个小孩都有他业力因缘，哦，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哦，可能小孩子累世以来也有种下这样的因，好、哦，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会讲比较释怀，对不对？哦，不会像那个片子里面的妈妈，为了那个他大儿子往生，我看他可能到那个他就是说。那个最后那个往生的时候，他都还没有办法这样释怀，好、哦，也就是他一个观念就是这样，这个人害死了他的小孩，好、哦，所以我们如果越学佛越有智慧，很多东西我们就看得越透彻，哦，所以学佛是在怎样增长我们的智慧，那我们越来越有智慧，然后去面对种种，哦，才会知道你的烦恼，好、哦，烦恼真正的起源在哪里。好，烦恼真正的起源是在哪里？好，而不是这样一直在烦恼当中。我就像刚才讲的，啊，小孩子结婚也烦恼，结婚了以后啊，不要养得起家吗？啊，然后没结婚啊，小孩子没结婚哎，那以后老了以后怎样？会不会很孤独啊？好、啊，是不是这样子？那等于小孩，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代表小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对喽，好、啊，对不对？哎呀、啊，因为他结婚也不对嘛，你也会烦恼嘛。他不结婚怎样也不对嘛，因为你也会烦恼嘛。好啊，所以妈妈都一直在负责什么烦恼嘛。好，那男众的当然也有他的一些哈、哦，像男众一般不是一定的、啊、哈、哦，而是比较普遍是会在就是在一些上面的一些追求跟坚持上面哈、哦、会比较多一点哈。哦那女众一般来讲，男众一般都是在权力啊，或是一些上面的追求。那女众一般都在情执上面的哈。所以听到这边以后，还要不要担心啊？没什么好担心的哈。你换一个角度想，结婚也好啊，结婚，刚才的想法稍微对调一下就好了嘛。结婚，哎、啊，现在有伴了嘛。好，不用孤独一生的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没结婚的话啊，他自己负担自己都负担得起，不用负担家庭压力嘛。你这样想不是就没事了？可是人怎样，常常都要起很多的烦恼，好，因为要怎样，他们都喜欢颠倒想，呵呵都喜欢颠倒想。好，那还有侵害如贼啊，哈、哦，侵害如贼就是我们的五，就是五蕴啊，哈、哦，还有我们的这个根根尘的交涉呢，哈、哦，其实。这些都是像那我们没办法怎样，哈、哦，真如的显现了、啊、哈、哦，所以这些我们认为，在佛经里面常常都把五蕴啊，哈、哦，还有那个六根六尘啊，当作是贼，哈、哦，当作是贼。那如果我们能够觉的话，这个贼就怎样无能嘛，哦，也就是这个贼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对不对？好、哦，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哦，可以。清楚的了知到底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烦恼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烦恼、哦、那自然而然这样就能对很多事情都可以很泰然，不用去烦恼、哦、不用去烦恼。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能够觉察就有所觉悟嘛、哦、就能够觉悟嘛、哦、然后这边有所知障啊、哦、然后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觉悟，其实这个昏我就是那个散乱啊哈，昏昧啊哈，这些其实都是那个禅修，就是那个修行当中的一个，一个比较不好的，就是比较负面的哈。所以我们能够都是要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那如果觉的话，就能够分明然后。所以以佛来讲的话，他除了自行圆满以外，他还有能够化他，也就是说。能够去度化他人，好，那才能够讲圆满，好，才能够圆满。那二障的部分，因为这些都还会讲，所以我们就同学翻开第二页的部分，他把二障分成人生观跟宇宙观，那底下这些同学就大概看一下，还有再来的话，第三个的话，他有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时间跟空间呢、啊，哈，那时间它分成三生嘛，哈，现在、过去、未来嘛，哈，那空间的话，它有十方嘛，哦，那这个十方的空间
互为一员啊，然后皆就是说方皆有生，然后推之无尽，然后这待会都会讲到。哦，只是他把他整个就是用表格让同学看起来更清楚哈，了能够一下子就是把那个干要的部分能够拿捏的清楚了哈。好，那我们看到第四页的部分，哦，第四页这就是这本书刚开始的封面的部分了哈，他所讲的这个。好，那我们先来认知什么叫做佛。啊，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的部分哈。什么叫做佛呢？哦，佛也有很多种称呼啊，哈，因为它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呢，它有些用音译啊，哈，音译的话有些会叫做什么修徒啊，或叫佛陀啊，或叫佛陀啊，哈，这些其实都是在指佛啊，哦，都是在指佛。那佛呢，它就是怎样翻译的话，它叫觉者或者是智者。觉呢，就是有那个觉察觉悟的这两个部分，哦，要有那个觉察，哦，同学要知道，就是说你对这世界上的种种，你如果没有任何觉察的话，你会不会去改变？像刚才讲的啊，哈，哦，你不觉察你自己的念头是颠倒的哈，哦，或者是不觉察自己有很多的烦恼的话，你会不会去改变？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要先从觉察我们自己内心的念头、起心动念开始。好，看看我们的起的贪念啊、嗔念啊、痴念啊，这个有一个师兄很有趣啊，哈，他开始学佛之后啊，哈，他就有一次他。因为他对小孩子是很没耐心的，很没有耐心的，哦，因为男众就觉得，哎呀，啊，这个问题也问，哦，啊，有一次他那小孩子啊，哦，又过来啊，哦，又要问他问题了，那这个爸爸呢就开始怎样，又开始起什么念，嗔念，哦，又开始生气了，然后他开始抓到他那个嗔念之后，他换了一个态度对他小孩子，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哦，因为他抓到那个嗔念，发现自己又要起嗔心了，哦，他知道接下来小孩子可能又要被骂，又要怎么样，他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因为自己可能上班很累了，然后回来又要面对小孩子，又要问问题了，然后就会觉得这样起烦啊，哦，就是那个起那个嗔心又起来了，哦，那一抓到这个以后，他就说啊，师父，我就换了个态度，然后改变，然后去面对他。哦，这就是怎样，你有觉察，所以怎样可以改变。那你如果没有觉察呢？一般的众生就在贪嗔痴当中，然后就一直这样，嗯，好，然后就一辈子，啊，贪嗔痴，然后就一辈子。好，所以人可以有智慧的明过一辈子，也可以这样贪嗔痴，然后再一辈子。好，所以学佛最好的一点就是这样，我们能够这样了解我们自己的念头啊，哈，去关照我们自己的念头，那我们自己这样更有智慧哦，而不是这样，好，就像一般的众生这样的，一般的众生起贪嗔痴念头，他会认为他自己在起贪嗔痴的念头吗？同学在学佛之前都怎么过？这样想一想就知道了哈，哎，都在情绪当中。也就是说，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高兴，好，我就这样还笑，就高兴；然后我不高兴，我就这样生气，对不对？好，一般的都是这样子嘛。啊，学佛之后呢，我们开始这样会学会去关照，啊，我又起贪心了，或起种种的嗔心了，啊，所以我们从刚才讲课到现在都是这样在自省嘛，对不对？好，而不是一直在这样。哦，眼睛一直在往外看，一直在看别人的错的地方。好，一般哈，哦，会夫妻啊会吵架，也都是因为这样，一直在看对方错的地方，然后一直在看对方怎样没做的地方。哎，啊，有没有看到对方做很多的地方？没有哈，哦，所以很多人都哎每次都哎一肚子的委屈哈，哦，哎明明就做那么多，还要被人家骂哈，哦，啊，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怎样？退一步，然后
就是以佛陀的立场来讲的话，以佛的立场，他是其实他不会有任何的设定，不会有任何那个，他会站在就是一个比较，比较等于说可以看到全面的立场，然后来处理事情。好，那一般的众生呢，为什么叫凡夫？就是我们都只看到眼前的这个事情，然后就开始这样，起种种的念头了。好，了解这意思吗？好。例如说早上起来，然后明明昨天讲的是要吃稀饭啊，结果早上准备的是那个就是准备的是那种西餐类的东西，然后你就开始跟你的设定不一样，你就觉得是怎么样，就有种种想法啊。其实有时候也是稀饭买不到，或者是那个电锅饭没有蒸熟嘛，那个都会有种种的原因啊，所以很多事情这样吃只是这样简单就好，不必要为了这个东西起任何的那个嗔心嘛，所以智慧这边那个觉察，觉就是有觉察跟觉悟，那能够觉察烦恼，如果你要能够察觉到烦恼才能够这样改变嘛，那也就是世界上的人觉知为贼啊，所以叫做觉察，这就名为一切智，以佛来讲它是一切智，因为它能够觉察到世界上的这些种种，那也能够觉知诸法的事理，而能够怎样了了分明，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一般的众生他都还在睡眠当中啊，都还没这样，佛陀叫做怎样觉者嘛，他已经醒来了，那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还在睡眠当中，那佛陀的负责就是这样把大家这样叫起床啊，该醒来了哈。所以这个叫做怎样，以佛来讲的话就是有所谓的一切种子，那你自觉以后又能够觉他的话，然后能够觉醒圆满，这个自他的那个觉醒穷满，那个穷不是说缺乏哦，那个穷是怎样已经穷尽了，已经就是已经到了，例如说海就已经到了海底了，已经穷尽了、穷尽圆满了，这就名为佛。那如果能够自觉的就减于凡夫啊，那觉他者就减于恶圣啊，因为一般来讲就以恶圣来讲他们会比较求自觉，那你要他能够去讲觉他就是去度众生的话，对他们来讲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讲比较困难。所以以凡夫来讲的话，他是这样，不能够自觉，也没办法觉他嘛。啊，以那个二圣的阿罗汉来讲的话，就是以阿罗汉来讲的话，他就是只能够自觉，没办法去觉他。那以佛来讲的话，他就可以自觉，也可以觉他。那以菩萨来讲的话，他可以自学，可是也可以觉他，可是觉他那个部分就没有像佛那么的圆满，就这样子。好。这就是佛，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好，那同学我们继续开始，那以佛来讲的话，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过去一共有七个佛的存在，大家如果有在拜水忏的话就会比较熟悉，这些就是水忏里面常常在拜的这些佛的名字，毗婆斯佛啊，湿气佛啊，毗舍浮佛啊，拘留孙佛跟拘留含摩尼佛，还有迦舍佛，还有释迦摩尼佛，这些种种的，那以小圣就是以那个小圣的他们所认知的当中的佛就只有这七佛，那以大圣的佛的话，他有十方世界，有很多的各个地方都还有各个地方的那个佛，那以娑婆世界的话，就是这样，这七尊，目前就是这七尊，那再来的话，佛有十号，十号，有如来。那如来其实它也有如去的意思，如来如去，来去对他们来讲，对如来来讲不是任何问题，所以如来就其实就是如去，
那他是成如实之道而来成正觉的，所以称为如来。那应供呢，同学我们来常常都会同学有些同学会有一些绰号对不对，一个绰号就代表是你会透有那个绰号更了解对方嘛，那个佛陀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名称那具备些什么东西，我们就知道怎样的人才叫做佛，怎样的人才叫做佛。不要在路上有些人他们就号称他们自己已经成佛了什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来他其实要讲能够成正觉，那再来应供，如果成佛了以后就这样受人天的供养，那再来正遍知，就是能够真正的遍知一切法，我们称佛陀后面他有一个那个叫做一切智嘛，一切或者叫一切种智，都好。那这个呢，他能够遍知一切法，也就是什么都知道，那再来是明行足，明行足就在那个神通里面，他有宿命通，那以通来讲的话，他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微细。那如果讲到明的话，他就很微细了，例如宿命通，他可能知道某些人他的累世以来他是从哪里出生的，那往生是往生到哪里，这叫他能够知道这个。可是他没办法知道是他出生以后然后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导致他下辈子又往生到哪里去。同学了解这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到了明的话，他所知道觉知的东西就更微细了，就更微细了。那天眼明啊，肉尽明，这些这三明。好，那再来善事，善事其实是很多人想要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死嘛，那因为以佛陀来讲他能够自在，他对他来讲很多人说佛为什么要示现入涅槃，也会有人问嘛，既然已经成佛了，那他没有生死的问题，为什么要入涅槃，示现入涅槃给大家看，告诉大家怎样无常啊，要不然还有一些众生说反正佛都在啊，那我没关系，我就慢慢修嘛，对不对？那佛就示现涅槃给你看，然后大家知道无常要修要赶快修，不要说一直这样有恃无恐佛陀还在，佛陀还在没关系，也是有这类的众生啊，所以佛呢就示现入涅给大家看。那再来世间解，就能够了解世间的一切事理，不是出世间的一切所有事，就是说那个解脱之道啊，那些法门而已，你对于世间的一切佛陀也都清清楚楚，那无善事，因为他怎样至高无上，那再调御丈夫，就能够怎样调御修正道的大丈夫，所以我们上一次有讲到，所称的大丈夫是怎样有修行，能够真正修行然后有所成就的就称为大丈夫，那天人师，佛是一切天跟人的导师，那再来就是世尊，这是佛的十号，借由这十号我们就知道佛他的一个一些呈现出来应该是怎么样子，呈现出来应该是怎么样子。那再来的话，那些号称自己成佛的人来看一下，其实在那个涅槃经这佛要入涅了嘛，然后就告诉那个阿难说啊，再来要一亿四千余岁啊，会有弥勒佛，会有弥勒佛的诞生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之后久远之后还是会有弥勒佛，那其他的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成佛而已了，那个就不自己那个就笑笑就好了哈。好，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第四页的最后一行的部分了哈。那如果我们依照开智慧的深浅的就分成三种智，一切智呢是能够知道一切法的总相的智慧。那什么叫法种相？
也就是一切智他其实他就知道怎样空相，能够解空相的就具足一切智、哦、一切智、哦、像 经中常常说万法皆空嘛、哦、这个空的部分、哦、同学会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哦、为什么没有办法去理解空啊？因为我们累生累劫来都的习性就是一直习惯性去抓取这个色身，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世间任何的种种是为真实的。好，大家想看看，已经抓了累生累劫了，是跟你讲一句说这些的本质是空的，大家就怎样啊，就真的进入空的状态了吗？好，没办法嘛，对不对？好，就能够理解什么是空了吗？也没办法嘛，因为我们怎样太长的时间都抓取这些为真实。好，那空其实它可以借由就是禅修修行，它是可以证到空的、哦、它是可以证到空的。所以那个空并不是说当然啦，有人解空的方式它就是用一些像十二因缘因缘法的部分去解空、哦、这边后面有讲到就是小圣的部分呢、啊，四国的阿罗汉的话，他就修怎样息空观，然后能够证片真理。什么叫做息空观呢？同学，那个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哦。息空观，我现在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任何事情去分析，把它整个因缘系抽掉，后面的都是这样空。哦，例如说，同学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哦。有些穿的是棉的嘛，有些穿的是毛衣嘛，对不对？哦，天气热是没有毛衣了哈、哦，大部分都是棉的。不管是棉的或毛的，以棉来讲的话，你同学这棉的衣服要怎么样做成？棉花嘛，首先要先有棉花的种子，对不对？然后有因缘性的配合啊，当中要有太阳、阳光啊、水啊、空气啊，还有土壤，对不对？哦，具足了以后，棉花发芽了。好，那发芽之后呢，它的那个整个空间也都具足了，然后长出棉花了，然后还要怎样人去怎样把它摘下来嘛，那摘下来之后还要怎样送去怎样，要有可以编线的工厂嘛，那个编线还需要怎样有机器啊，对不对？那也还要有编线的工人，对不对？那编完线以后还要怎样织成布，好，织成布，那我们还要有怎样织布的机器、织布的工人。那织完成布之后呢，还要怎样做成衣服嘛？所以还要有裁切的工厂，裁切那就是缝制的那个机器跟怎样人嘛。哦，那同学想看看，如果当中哪一个东西是不具足的话，有没有你身上这件衣服就没有了嘛？好，所以以那个小圣他们就会把这件衣服，哦，开始这样变成那个抽成那个线，啊，那线再慢慢往抽，哦，那就这样，就是整个原本上的，这叫破息空啊，好、哦，破息空。所以小圣的阿罗汉他们是借由着，就是说因缘法的部分去悟空啊，哦，因缘法。那但是呢，以他们来讲的话，因缘法他们认为是实有，是存在的，实有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待会会讲到暂通别缘，同学常常听到暂通别缘，对不对？哦，那可是知道什么是暂通别缘吗？不清楚。哦，很多的名相其实我们就听了，有些同学说会反映说，师父这个名相啊太多了，背不起来，那可能什么的，其实不用去背它，我们要了解的是了解它的一些，那很多东西像那个佛学字典里面都查得到，哦，那不需要去背了，哦，只是我们能够知道他大概在讲些什么东西就好了，哦。所以一切智呢是怎样阿罗汉的智慧，哦。那在第二个道种智的话，道种智他就能够知道诸法别相的智慧，哦，那个这个就是怎样，为什么要有别诸法别相呢？因为这个是菩萨的智慧，菩萨就要怎样度众生啊，对不对？哦，阿罗汉不用嘛，哦，那不是阿罗汉不用，是阿罗汉他本身怎样，他们的根气就是这样，比较会想先度自己，
哈。那如果是菩萨不一样，他度众生，哦，度众生的话那就不一样啦。度众生的话，他就要知道所有的法门，了解这意思吗？因为你今天遇到的这个根器它是华严的，那你要会华严啊。啊，你今天遇到的这根器是天台的，你要会天台啊。啊，你今天遇到的这根器是什么样的，就要会怎么样啊？哦，这就是菩萨。哦，所以菩萨必须要怎样？要知道诸法的别相，哦，诸法的别相。那这个以一般的众生来讲的话，哈，哦，他们就因为不同的众生，所以有不同的度众生的方法，所以就称为暂通别缘。哦，同学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的部分。哦，藏教的话就是行禅呐，行禅。那经律论的话，哈，哦，这个含察一切的那个文理的话，就称为藏教。哈，哦，那其实就是这样，小圣，哈，哦，小圣的，哦，一般小圣根器的话，哈，哦，就是这样。那再来是通教的话，哦，那你通前面的那个小圣的部分的话，哦，有些人就是这样通前面的藏，然后又通后面的别跟缘，哦，他能够怎样证真空啊，哦，能于真空当中能够了解不空，哦，然后能够入到之后的别教，哦，那你如果知道空不空的话，具一切法就能够入后面的缘，哦，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以衣服来讲的话，哦，那以藏教来讲的话，那个衣服就很像是怎样，他知道这件衣服是空的，因为他怎样能够怎样去破析，他知道衣服是空的，哦，那通教的话，他能够知道怎样，这个连这个因缘法的部分也是怎样虚晃的，哦，也就是说以通教来讲的话，他知道世间所有一切都是虚幻的。好，哦，那这个小藏以藏的话，他是必须要怎样，透有因缘法破析空，他能够知道这个是空的。好，哦，那以藏通的话，他能够怎样知道这件衣服他本来就是这样，在那个虚幻中，有没有去，我们的五蕴五根那个交涉，然后产生的，哦，这叫通。那所以他能够怎样证这个是立根的，哦，立根的根器，也就是这立根的菩萨呢，他当下，哦，当下怎样，他不用通有因缘法，他就知道本来就是空的，哦，这件衣服本来就是空的了。他不需要再去破析做种种的那个解析，哦，那如果是别的话，哦，他知道这个衣服是空的，哦，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世间的种种跟真如怎样融成一体，也就是说世间法是世间法，他知道是世间法，这些是空的，可是他当他遇到就是事跟理的话，他没有办法圆融想，好，他知道这衣服是空的，好，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他自己的真如本性这样融合。那以缘的话，他知道这件衣服是 空的，可是他怎样对他来讲怎样没有任何自爱性。同学了解这意思吗？你跟他的这件衣服跟他的真如本性是没有任何自爱性的。好，哦。也就是每个人的根基不同啊，哦，以缘来讲的话，他一切都这样圆融的，哦，那有些像我们在学那个佛法的时候，有看到一些人他们在问问题，好，哦，他们常常会问的问题是这样，没办法去理解那个不恶，哦，他们其实有二分，哦，也就是说佛的境界，然后跟众生的境界，像一般的众生他会一见一。那个他没办法去理解，那佛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好，哦，这个是一般的众生没办法去理解的。好，哦，那以原教来讲的话，他可以很圆融，他可以了解，哦，一切都讲无爱的，好，哦，没有自爱性的，不管是物质的部分，然后或者是佛法的部分，他在当中他没有任何的自爱性，好，哦，他不需要去
知道，就是说它不需要去解真空，然后才能够融入到佛法当中。他这就算是他知道现实生活跟佛法其实是怎样圆融的，哦，不，没有任何的分别的，哦。同学大概了解了哈，就是因为众生的不同的根器、执着的东西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藏通别圆的哈，这四种的方法哦，这四种的法门。好，那在哦第二个的部分呢哈，它有没有还是要修当中怎样？从空这样入假观，然后遍修什么，四教四门啊，哈，然后见熟地理啊，哈，然后内外的尘沙祸断，哈，才能够怎样发起众生的根基，这才叫道种智啊，哈，道种智，哦，这就是再来的话，第三个是一切种智，哈，一切种智的话就是佛的智慧了。哦，佛的以佛的智慧呢，哈，佛法是无量，众生也是这样无边呐，哈。那一般众生能够知道他，一般的菩萨能够知道他在他位阶以下的哈，他能够清清楚楚了之。可是对佛的境界呢，他没办法知道，哦，所以怎样，唯有佛能够怎样究竟，然后知一切道，知一切种，哦，然后无一事不知啊，哦。例如说，同学，他坐在这边，然后三千大千世界外哈，然后下毛毛雨，他也能够佛也能够知道下了多少哦，加下了几点，好，哦，这就是佛啊哈，因为他讲一切智嘛，什么都知道。那一切智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形容啊哈，它里面有个故事，就是在叙述佛的一切智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放牛啊哈，放牛的譬喻经啊哈，有一个国王啊哈，他就邀请佛来他那边做客哈，到他的国家做客，那还有带了500个弟子，所以需要很大量的乳酪啊哈，然后能够怎样供佛，还有这些比丘僧啊。所以就跟这些放牛的人来讲，哎，如果他们，因为他放牛是在很远的地方，他们就要到周边来放，哦，那样子取得牛乳也比较方便，哦，然后能够赶快就是供，用最新鲜的乳酪做好以后，赶快供佛这样子，哦，那佛那个国王就怜悯这些放牛人啊，就跟他们说，你们啊哈，等一下哈，先可以一起去见佛。啊，那回来以后再去继续去放牛啊，那所以这些啊放牛人就很高兴啊，哈，能够见佛啊，哦，那就彼此就在互相讨论说，哎，听说佛是一切智人呢，哦，那我们来试试看哈，众生总是有好奇心，看佛是不是真的什么都知道，哦，佛是不是真的什么都知道？那可是呢，他们其实一见到佛的那个庄严清净相，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哦，那可是呢，好，总是还是好奇嘛，哦，总是还是好奇啊，他们还是准备了问题问佛。我们来看他们问佛什么哈，他们问佛怎样？是放牛嘛，对不对？对牛比较熟悉，对不对？就问佛怎样？哎，请问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放牛的方法？因为佛，我们知道他的那个之前他还没出家以前是王子嘛，绝对不会跟放牛接触，对不对？哦，那出家以后都是在修行哦，那个应该他们就想说他一定不知道什么怎样放牛，结果就问他，那佛很厉害哦，哦，他就问佛说，哎，放牛人有几法成就啊？哦，然后，放牛人他有哪些方法能够让牛群这样欢喜，就是一直繁衍呢，啊？哦，就能够讲繁衍更多的牛群，啊，然后那有几法，如果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到的话，那个牛群就这样不争不得安稳，哈，然后佛就这样随随便便就讲出11种方法，好，这里面还有这一些方法，他们佛讲完以后，很多讲啊听哎。他们可能只知道里面2种、3种而已，啊，其他的都没听过哦。
所以就证明这样，佛对世间上的事情也是很清楚。那佛的厉害呢，不是说他就告诉你十一种犯牛的方法，他还能够怎样回到修行啊？因为佛就是要来度化众生嘛，所以怎样教导众生修行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又回到怎样告诉这些比丘啊，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只是放牛的方法，这放牛的方法还可以用来修行啊。好，你看这就是佛厉害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你要知道色，好，那个一般的牛啊，有黑色啊、白色啊、有杂色的牛，那就告诉这些比丘说，你们也应该是这样子啊，知道一切色，这样都是四大造啊，也就是地水火风嘛，哦，一切都是这样地水火风所造的啊，好，哦，然后他又说，什么叫做知相啊？哦，你看这只牛啊，哦，吉不吉相，就是看它身体健不健康什么啊，哦，与它群合啊，哦，因相则是啊，哦，就是这样子，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牛的那个跟它其他的群主，就是群那个牛群相处啊，哦，看它是怎样，哦，你就可以知道，哦，那再来呢，哦，它比丘啊，你们也要讲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见到这样善业就知道是这样智人，如果见到恶业呢就知道是愚人，所以这样如果造善业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嘛，哦，如果造恶业的人就是这样愚痴的人嘛，哦，那一样牛也是一样啊，哦，那再来呢，什么叫做刮抓呢，哦，也就是那个牛身上都会长一些虫啊，好，会去吸血啊，然后就会长一些疮啊，好，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刮刷哦，刮那些毛啊，哦，刮那些毛来除那个他身上的那些虫啊。那他就跟这些比丘讲，你也是啊，哦，你如果有一些恶的邪见觉观的话，哦，这些就很像是那个虫在血啊，吸那个牛的血啊，哦，所以你要增长你们的呀新的疮啊，哦，牛是。它如果那个吸血的是长在皮肤上面，是长皮肤上的疮嘛，可是你们如果增长一些邪知邪见的话，是增长我们心里的疮啊，哦，有没有讲到各位同学的，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正知正见，哦，好，那再来什么是覆疮呢，哦，就是你 有些用衣服啊，或用草啊，或用叶啊，哦，来防那些蚊子嘛，哈，哦。那比丘也是一样，哦，那同学不要觉得比丘啊，佛是在跟出家众讲的，哦，我们居士没有关系，哦，并不是，哦，佛在讲的任何修行法门，好像视线是在跟比丘讲，因为他跟比丘的那个时间比较长，其实也是在告诉大家修行的法门呢，哦，所以很重要，哦，我们要怎么修行，哦，他这边就有讲到。那再来一样，他说也是要这样念正观法，然后人家六情啊，哦，六根产生的啊，哦，六情就是六根嘛，哦，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六情六根，你看这边比喻为什么疮，欸，哦，之前我们讲它是比喻成什么，哦，就是它是很多的烦恼嘛，对不对，哦，比喻成贼嘛，对不对？哦，那现在比喻成什么疮嘞？好，哦，哎，六情就是六根，然后不要让烦恼啊、贪欲啊、哦、嗔恚啊、恶虫这些恶虫啊，哦，所以这些怎样都是一些恶虫来，哦，所伤啊。如果我们能够正观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想法的话，就像刚才讲的啊，那个如果我们对于世间的认知能够正确的话，自然不会产生很多的烦恼。好，哦，像刚才讲的啊，妈妈们都是为哪些东西在烦恼啊？那男众都是在为哪些东西在烦恼啊？好，哦，那如果我们对这世间的形成、世间的种种有正知见的话，其实怎样就不会产生这些烦恼。哦，我们知道这些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哦，那什么叫做作烟呢，哦，也就是他们会
点一些火，做一些烟出来嘛，哈。这些烟除了能够除掉这些蚊虫啊，哈，那些牛啊，如果很远地方啊，哈，看到烟就会这样，都会集合啊，哦，都会到那屋舍集合。那比丘也是这样子啊，哈。如果你能够闻说，如我所闻而说啊，哈，除了能够怎样，让这些蚊虫怎样驱逐这些蚊虫的话，哦，这个。他把那个烟当作是说法，好，如果你能够正知这些是说法的时候，那就能够用那样说法的烟能够引众生入这样无我实相空色当中，也就是一般的众生他会执着于五根五尘交涉所产生的这些东西为实嘛，那你必须要就是说法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的本质上都是这样空相，哦，实相就是空相。好，那怎么样知道那个牛它走去还是走来是好的那个好的道路，或者是不好的道路？因为牛如果它走到那个崎岖那个很不好的道路，可能要是脚扭伤或怎么样，也是很麻烦嘛，因为他们必须要换地方的。好，所以也是一样，比丘也是这样，你要知道哪一条道路，他们八圣道也是所谓的八正道，哦，那八正道能够入涅槃，哦，而且这样能够离这样常恶道。好，那在还要知道什么是适合牛的地方呢，哦，那什么就是能够让牛怎样能够怎样繁衍啊，然后少生病的，哦，那比丘也是这样说佛法的时候啊，哈，能够怎样得到清净的法喜，然后诸善根能够增盛，哦。那再来呢，如何能够知济，哦，也就是知义入义，哦，度无量的那个波浪啊、恶虫啊，哈，哦。那比丘也是一样，能够多闻啊，哈，哦。比丘所问法，好，那说法者呢，哈，那知道人心的那个利钝啊，哎，烦恼的轻重啊，哈，能够让这样众生能够这样进入到好度的地方啊。那个牛它是到一个比较能够安稳处嘛，那一般的那个就是比丘他也要这样知道众生的根基，然后让众生入到安稳处，能够让他好度啊。哦，能够让他能够得度啊，哦，那后面呢？怎么哪些地方是安稳处呢？也就是怎样，不要有那些像虎啊、狼啊、狮子啊、恶虫啊、毒兽的地方嘛。那一样啊，啊，比丘也是这样啊，哈，哦，修行的人也是这样，知道这样四念处安稳啊，哈，哦，没有烦恼、恶魔啊、哈，哦，毒兽这些都没有啊。讲到恶魔，同学有些人他去禅修就会说，师父啊，不是有那个所谓的魔吗，哦，其实那个这样都是大家魔，你看人家到那个佛要成道修行的时候才去干扰他，哦，那大家的境界，哦嗯，可能佛还看不上嘛，对不对，哦，大部分大家现在都是心魔啦，哦，就是有些人吃了太燥啊，有些人那个身体没有调好，心没有调好，都是这些问题而已，哦，都是这些问题而已，所以不用怕啦，哦，修行的东西，哦，都有佛菩萨在，哦，我们不是说真如遍一切处吗，哦，可是大家大部分听到到处都有那一类的众生，哦，现在尤其民间信仰的那个月又来了，哦，啊，其实就是大家那个认知上的问题，然后都跟佛菩萨相应的，哦，都跟佛菩萨相应。好，那云何流乳呢，哦，所以那个母牛呢爱恋那个小牛，所以这样给他那个乳啊，所以他有讲到啊，啊，你如果去讲挤奶的时候，讲也要留一些讲一些那个奶给这样小牛吃啊，哦，大家看这个，哦，会觉得哦，像那个一般的那个动物，其实他们的那个母性的那个也是很重啊，哦，情执上也是很重啊，哈，哦，像有一个那个人，他们好像去那个
大陆不晓得西藏还是哪里去骑那个骆驼，啊，那个骆驼呢，那个人骑啊，边骑他就讲边哭，那个然后都叫得很惨这样子，然后他就问那个就是养骆驼的说，这只骆驼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因为那只母骆驼刚生小骆驼，啊要就离开那个骆驼了，所以他在那个边走边哭边就是舍不得啊，哦舍不得啊哈、哦，所以一样啊哈、哦，我们也要怎样？哎，自己有需要喝没有错，可是要留一些余地给人家，哦，要留一些余地给人家。哦，所以他这边有讲到一样的呀，如果有居士白衣啊，哈、哦，给几丝衣食，就知道要节量哈、哦，不令怎样缺乏。好、哦，那这样子施主就会越欢喜，信心不绝，受者无法。好、哦，就曾经有一个。那个这个在《大智度论》里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啊哈，就佛陀他去托钵嘛哈，那就有一个居士他要供养佛陀，可是他心里又想哈啊你，我如果供养你，那你明天又来，那我不是怎样又要再供养你，那我这样子怎样，我的财富就这样越来越少啊，所以他就跟那个佛陀说，意思就是说他不太想供养这样子，那佛陀也是笑笑跟他讲说，其实是这样子啊哈，我们。供养呢，其实是这样，增自己的福报嘛。哦，因为供养只会这样越多而已，不会这样匮乏。这就是一般的人的想法，很简单啊。我东西给出去，我就没有了。可是以佛法来讲的话，那个就是你舍得舍得嘛。我们有讲过，法界很公平，你怎么样的付出就怎么样的还你嘛。所以不用去考虑，就是说，一切就是这样，随缘随力，还有欢喜心嘛。哦，欢喜心去供养。那个人听了以后，哇，起大欢喜，然后那佛陀，我供养你，我供养你。然后那个佛陀就跟他说：“你这样，因为我讲，然后你才供养，你这样没有功德心。要不要这样子好了？你这个饭呢，就去讲供养那个，一般就是那个供养比丘僧好了，好、哦。然后他说那个他就佛陀跟他讲，你把那个饭有没有？哦，你拨一。”拿一颗啊哈，去丢到那个水里面看看，那个水怎样，整个沸腾。也就是说，那个饭本身因为是要供佛的，它有它的功德性，好有它的功德性，所以你没办法随便去给任何人吃。好，那比丘他因为他就是出家众有他的功德性，所以他们是怎样看受哦，他后来就把那个饭送给那个比丘。好，所以一般有些人观念给出去的就越来越自己就越来越少，其实不是这样子哈。那但是呢，哈，很多东西怎样也不要产生烦恼哦，不要那供养成本来是一件很欢喜的事情，然后产生种种的烦恼哦，就是这样，大家怎样随力随缘随分呐、啊，哦，量力而为哈、哦。那怎么知道养牛主呢？哈、哦，如果是特大的雌牛能够守牛群啊，哈，就阴阳护啊，哈，不要让它这样。变瘦啊哈，那饮食当中就给他麻油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哈，那比丘也是这样啊哈，众生当中啊哈，如果有那个威德的大人的话，他能够护益佛法，能够吹拂外道的话，哦，然后让八众能够得到种种的善根的话，就应该这样恭敬供养啊，好，然后所以放牛人听到这些就如是思维。啊，佛所讲的，他大概只知道三件四件而已啊。好，那如果是他们那个放牛也有所谓的师父嘛，啊、哦，比较老一的师父，顶多知道是五六件而已。那个佛陀随便讲讲就十一件，他说啊，没有听过哎、欸，真的是。哦，那如果能够知道这件事的话，其他想也知道就是这样。哦，应该都通通都知道，所以讲佛实在是一切的智人，好、哦，一切智人。啊，所以。佛对于不是只有出世间法哈，连一般的世间法哈，佛都非常的清楚，非常了了分明哈。好，那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的部分，哦，那你如果先做觉者，觉的一字，这个字有觉察跟觉悟嘛哈，那觉察就是对这件事情产生注意，那觉悟就是对这个事情这样了然，哦，清清楚楚。那上言成佛的办法呢？哈，如果一般就是这样转世成智，
哦，转世成智，也就是我们的六识、七识跟八识哦，转成哦那个智慧哦，不是用一般我们一般的众生都是这样，六根对六尘交涉产生的事，认为他就抓取他为真实嘛，哦，那以佛如果要成佛的话，哦，就是这样，把那个事转成智，也就是我们一般都念念皆由事而产生，对不对？哦，那佛是这样，念念皆由智而来，哦。那如何能够转世成智呢？就是在觉上，哦，因为唯有这样能够正觉，才能够这样除去负债本性的无明啊。哦，刚才同学一直在说，什么叫做无始无明啊？哈，哦，无始无明啊，这个部分的话，哈，哦，其实可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十二因缘。哦，那十二因缘的部分呢，嗯，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了哈，因为应该很多同学都已经上过了哈，嗯。那后面也还是会讲到了哈，后面也还是会讲到，也就是我们的人家大家都会问我们从哪里来嘛哈，那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一念的无明哈，那这无明有些人就会开始说，那我第一念的无明到底是什么？哦，同学，第一念的无明到底是什么？重不重要？不重要嘛，对不对？第一念到底是什么造成你轮转，重不重要？有些人就会开始去追第一念哦，哦，我到底是什么贪嗔痴哪一个念头造成我的这样这辈子的轮转，一点都不重要嘛。重要是什么？我们现在到底是贪嗔痴哪一个念头比较多嘛，对不对？好，哦，要处理哪个念头嘛，哦，所以那个去追那个什么，到底是贪嗔痴到哪一个贪？到底是贪呢，还是嗔呢，还是吃造成我们轮转，一点都不重要，哦，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我们现在能够改变就是，啊，现在，哦，现在，哦，那这个在后面的四谛跟十二因缘的部分，哦，我们还会再讲到，哦，再细讲。那这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大概看一下，哦，也就是我们轮转的开始在六道当中一直轮转的因就是什么？无明。这个无明也就是没有智慧，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的念头，哦，贪嗔痴的念头，嗯，对啊，无明也就是一种惑，就是一种烦恼啊，惑就是烦恼的意思，哦，好，好，所以不需要去追那个无始无明了哈，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现在的无明是什么，好，我们现在觉察我们的内心现在的念头，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所以能够觉察，然后能够起觉悟的功夫，然后能够对治烦恼啊，哈。好，我们看刚才看到第六页的第一行的部分嘛，哈。一般来讲，哈，在唯识上面的那个障啊，哈，分成两种，哈，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哈。那什么叫烦恼障呢？哈，也就是从我执产生的，好。我们一般来讲有一个执着性，认为有我，对不对？有我以后，以我为怎样中心的出发体，就有所谓的贪嗔痴种种念头了。同学，如果没有我，哈，容不容易起贪嗔痴的念头？无我的话就不容易了嘛，哦。那但是因为有我，哦，就很容易产生种种的贪嗔痴念头，啊，就会像刚才那个恒三家之位的那个妈妈有没有？她为什么会起嗔心？好，哦，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小孩牺牲了，然后就其他人的小孩，哦，这就是一种我以我为中心的一个出发点嘛，
哦，那以佛陀的出发点是这样，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他也要想到，也许他现在他儿子这辈子的儿子所救的那个小孩，也许累世以来也可能是他的小孩啊，对不对？哦，所以等于是你这辈子的小孩救你前世的小孩而已啊。哦，所以以佛法来讲的话，就不会起这么多的贪嗔痴的那个念头。哦，如果你有智慧升起的话，就像是我们这一杯水。哦，如果同学你的水都倒满满的话，能容纳其他的东西吗？哦，就是像你如果脑子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智慧会升起吗？不会。那所以如果你能够觉察到你的贪嗔痴的念头，然后能够怎样，就是觉察以后有所改变的话，你才能够怎样，智慧才能够升起嘛。哦，那一般的众生就是讲被贪嗔痴这种念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哦，转不出来。好，所以如果这个贪嗔痴呢，能这样讲有情的，哦，有情就是有生命的，哦，有生命的众生，哦，的身心而这样，而能够这样障涅槃，哦，因为如果你有贪嗔痴慢疑，好，哦，这个就没有办法这样入涅，哦，你要能够入涅槃的话，必须要这样清净，哦，清净，哦，就是烦恼断尽，哦，所有的烦恼都要断尽。那这些贪嗔痴慢疑就是你所谓的烦恼啊，哦，那所知障呢，一般就是从什么法执生啊，法执生，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慢心啊，它的背后就是一种慢心。什么叫所知障？哦，也就是同学有些知道的啊，哦，就会开始这样，哦，认为他这个我的法最好啊，我知道的最对了啊，对不对？好，哦，然后常常就哎像就有你男众这样，哎，男众来那个佛堂学佛以后，然后回去就跟他太太说，你哦，这个行为不合，哪一个行为不符合哪一条戒，哪一个行为不符合哪一条戒。哦，那个太太起会听了会不会起烦恼？嗯，啊，讨厌哈，或者是太太回去跟先生说，你这样一个行为起的是怎样？哦，违反的是哪一条戒？哦，都一样啊，哈，哦，修是要从自身修起啊，哈，哦，戒也是怎样，对自己啊，哦，对自己啊，哦，要求自己啊，哈，哦。所以所知障它是从法执生啊，能复一切所知而障菩提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知道它的严重性，所以不要起任何法执啊。佛陀他说他讲经49年，然后到最后面他说他没有说一法，那同学怎么会有那么多法，还那么执着，还那个到处说哎，我的法比较好，人家佛陀都说他没有讲半个字了，同学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哈，啊，好，佛陀说的法它是因为同学现在需要，也就是说我现在有贪的念头，那我需要哪一条戒来对治，所以有那个法的产生。那同学如果你没有贪的念头的时候，那个法也就怎样，不需要存在的，哦，不需要存在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法是能够让你这样牢牢抓住的。哦，常常有些人呢，他是当他执着于五欲，抓取五欲的时候，哦，那就在这当中贪嗔痴念头拼命的转。哦，那当他有一些开始修习的法门的时候，他又开始抓取这个法门不放。哦，可是以佛陀的立场，并不是让大家这样抓取这些法门，而是让大家用这些法门去除掉各位同学的一个烦恼，哦，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法给他放下，哦，所以需不需要去跟人家辩论禅宗比较好还是净土宗比较好，哦，哦，还有其他宗啦，哦，啊，禅宗跟净土宗两相好之后还有其他宗啊，所以很多东西的法门只是适不适合啦，适不适合，或者是自己的因缘性的问题啊，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啊，好或不好也是我们人的一个执着跟判断。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不好？哎，同学，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好跟不好其实都是你的标准啊，对不对？好啊，你觉得哎，念佛比较轻松，那也是你觉得念佛比较轻松，这也是你的标准啊，对不对？有些人觉得禅修比较殊胜，因为可以怎么样，有种种的境界。那也是你的一个标准，认为要有境界。同学有没有听到一句话？没有境界也是一种境界啊，对不对？好啊，太多的境界，那也是你自己在抓取那些境界啊。哦，尤其禅修其实没有任何的那个魔哈，有些都是你爱玩然后去抓取哦，去抓取哦。那个在那个禅。不管修行当中有所谓的八倍舍，有没有？那八倍舍就是怕同学产生在修行当中产生任何执着性，所以当你修这个时候，他给你一个抓取的东西。那当你那个要进入下一个境界的时候，你这个境界的东西抓取的东西要先放下，你才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个境界。同学了解这意思吗？所以说，以佛法来讲，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抓取的，是可以执着着不放的，哦。哦，他这边一直讲到，就是我们的这那个根尘交涉这些东西啊，哈，都是好像这样世间上的贼啊，能够偷家里的宝物啊，哈。所以如果主人能够这样警觉，哦，就是这样有偷天换日的本领，也是这样无能啊，哈，也是那这些贼也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功效嘛。那学佛的人对治我们内心的贼也是一样啊，哈，就像。一般古德所说的我们不要怕这样念起，所以同学有念头起来，不要觉得哎，念头又起来了，啊，这些贪嗔痴的这些念头又起来了，这没关系啊，可是这样，但怕比较怕是这样觉迟啊，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去觉察你的念头啊，对不对？有觉察，至少还有这样改变的，啊，那你渐渐的去，当你渐渐的去觉察你的念头的时候，你的这些烦恼渐渐的怎样，会越来越这样沉淀下来啊，会就越来越沉淀下来。所以这些觉悟的功夫都是用来对治，哈，对治。如果你对治完成了以后，要这样就要学会放下，哦，就像一个人他在。睡眠当中，这个睡眠的人就是在指众生啊，哈，就是一般的凡夫啊，哦，一般的凡夫他没有办法是这样分别东南西北啊，梦里面都是颠倒，哦，都是颠倒，哦，就像众生都是在抓取这五这个六根六尘产生的事为真实嘛，哦，所以梦里面所产生的都是颠倒啊，哦，颠倒。那等到我们清醒，就是。成佛了以后，自是分明哈，所以觉悟这样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能够这样破无明的时候，就能够见到无量的大千世界。好，那所以要起觉察、觉悟的功夫来对治烦恼啊、所知这样两种障碍，然后开发就是一切的智慧，这都是这样学佛应该要能够这样去做的哦。好，那除了自行以外，也要呀觉他啦，哦，自觉以外也要觉他，才能够这样觉行圆满。哦，那如果能够到达觉行圆满的境界，就是这样佛了，哦，就是佛了。哦，所以每个人都这样能成佛，可是只是这样个个没把握而已啊。好，个个有希望，可是这样个个没把握啊，哦，那没把握，我们还是这样要继续努力嘛，哦，继续努力。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哈。所以我们学佛其实，应该是越自在哈，越自在，而不是让自己自爱越多哈。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什么都不对，这样哈，应该是做这样也欢喜，做那样子也很高兴哦，那才是真正的学佛啊。哦，所以如果同学在学佛当中觉得很痛苦的话，那可能就某些部分要做一个调整了，哦，某些部分要做一个调整了，哦，我们来看一下，虽然这个他的我觉得他的人生观的部分，哦，同学可以学一下，哦，很多东西其实如果你不去抓取，不去执着的话，很多东西不会变成你的烦恼，哦，不会变成你的烦恼。Thank you.
生态纪录片应该有36年了。那我会拍野生动物，跟台湾当时的戒严有一点关系。公害问题当时是很难触碰，可能触碰你脑袋会不见都不知道。台湾海岸线非常严格的管制，你一到一定会有正当的人过来问你干什么。所以我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到警总去申请到第一张在台湾海岸线拍生态的公文，所以后来才逐渐的转向拍野生动物，因为他不会跟我要公文，会问我你为什么拍我。大概在民国73年到74年之间，一开始刘克湘跟我到淡水啦，到关渡啦，后来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郑礼忠，他就每天用他的摩托车带我穿过整个台北市到南海拍那个候鸟，所以我很感激这一群朋友。当时是应该我算是第一个16mm的电影机来拍摄野生动物，大概努力个几年，我就开始出了第一部影片《蓝雀飞过》。制作一部野生动物警卫非常非常的庞大，我们如果是到高山去工作，一天的挑夫要4000块钱，过期个10几20天，那个费用不得了。我拍雄鹰一天可能要花好几万，那个钱要从哪？那我想我最大这块资源的人就是吴承元先生，后来乐福开发也开始有赞助我的计划，这两家企业给我非常大的帮助，才能够今天我这样庞大的资料可以捐给国家社会。在台湾拍野生动物，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耐心地去等它。拍雄鹰的时候，它的巢多也都在很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同个位置的高度在上面要做一个树屋，整整待过快要30天才下来。基本上我们就尽量的不要为了拍还是牺牲动物嘛，各种生物没有义务让你成名成名。那最有趣的是，我觉得我在5、6年前那时候上到这个台湾中央山脉去，我的周围曾经被20几头快30头水鹿包着我，那跟我鬼混好几天，天天就在我旁边，我近到的距离可以用手摸到他的脚。我30几年来拍光胶剪的部分，底片的部分大概700多卷，所以我在我家里买一个很大的冰箱保存它。那这10年我改成数位了，应该也有将近100体左右的画面了。我已经全数的捐款给台湾社会了，保育不是我个人的专利，那我还不如捐给国家，捐回给社会，把这些东西拍摄野生动物给台湾人民看。支撑我这么多年旅游原因，是因为我拍摄的对象不会跟我要公文，我也不用发通告会给他，这是两件最愉快的事情。只要我有体力还有能力，继续有没有人愿意来支持我做下工作，那我当然会无条件的继续做到不能做为止。好，就像刚才佛在讲那个放牛11法，好，同样道理哈，那个东西可以延伸到修行，这个其实这影片也可以延伸到修行啊，对不对？好，同学有没有发现他的对生活的一个态度啊？也就是说，他在最后要捐给大家的时候，他说的是感谢大家哦，就是有谁捐助他，那有哪一个单位的支持，他知道怎样因缘，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要有这些众因缘的和合，他才有办法去拍这些片子，而不是在叙述。有些人他会开始叙述自己的辛苦啊，开始叙述自己付出多多啊，开始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啊，哦，像家里的事情啊，哦，大家回到家里面以后，一定会有一些人开始说，哎呀，我做多多，我做多多这样子，哦，那可是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这个男众他是就很大方，然后把所有东西就捐出去嘛，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去计较说他花了多少的心血，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怎样，整个
社会国家，然后怎样促成他能够拍成这个部片子，所以他怎样之后全部都捐出去，他没有去执着抓取那是我造的，所以必须要这样有任何的这样大家给他版权费啊，要给他什么，他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啊，计较也是计较不完，你要多每个人其实福报都怎样都安排好，都好好的嘛，就是你该有多少福报，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所以有些东西去争怎样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那甚至于就是有些人他会想到的是怎样，我要多争一些版权给我的下一代，下一代，就是回到家一般的人的观念嘛，我的钱财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要留给下一代。那我们常常讲其实下一代是这样子，如果你的小孩怎样很有才情，然后很就是说很厉害的话，也不需要你这一份财产，对不对？如果你的小孩子就是说很不成才，那你给他这份财产怎样对他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其实一般华人的父母亲都会怎样想要留钱财给小孩，可是一般的西方的国家的那个人他们会认为他的钱财不是他自己赚来的，而是怎样整个国家社会给的啊。你国家社会安定，然后因缘性很具足，你才有办法赚这一份钱嘛，然后领这份薪水嘛。所以很多事情他这样子一看的话，他就会讲很，你有没有发现他态度是非常的欢喜，好吧？他说这份工作他做得很高兴啊，只要怎样还有人资助啊，还有人怎么样啊，他就再继续做下去。他是用欢喜心在过的啊。那可是在座有多少同学是这样过日子的时候过得很痛苦，对不对？好，那我们要学就是学这一份怎样很多东西的怎样不执着不抓取啊。你抓取其实这样刚才讲的抓取，你再怎么坚硬的抓取那个东西不是你的，也终究这样不会是你的啊。我们也听过很多人，像有些曾经有一个那个认识一个家具店的老板，他那个财产也是莫名其妙，一块土地在一个精华地段，也是莫名其妙就被人家给处理掉了。那当中他讲得很复杂啦，我们也不去深究，反正就是一群人对他的那个财产起那个土地起的那种贪心啊，然后就想办法，然后在做那个官司当中也是弄了很多的那个手脚。那大家想看看这么一个贪念这么重的人，就算这些那块土地被他拿到了，同学认为他会快乐吗？不会快乐吗？对不对？因为他这样还会起后面的种种烦恼啊。那一般的世间人都会这样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公司的老板啊，这个月薪水没有发，然后就人就不见了或是怎么样，有没有？其实是这样，那也有听过有一个还曾经有一个老那个新闻特地还爆出来，代表就太稀少了，他会怎样去国外赚了钱以后，然后回来怎样把以前欠员工的薪水怎样全部都发嘛，对不对？都还给人家嘛，因为他们知道他今天所赚的钱是这些员工辛辛苦苦赚的，像刚才那个家具店的老板啊，我们在跟他聊天当中我们就说其实好像公司倒闭的话会有所谓的那个破产法嘛，对不对？并不需要就是全部还或怎么样。那个老板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就算是这辈子不还，下辈子这样还是要还啊。所以他就这样盯着像他这样虽然这土地被拍卖什么房子被拍卖，可是他说他欠那个就是家具就是他上游公司的那个钱啊，一分一毫他都没有那个欠，而且那个他那个家具公司的那个就是说因为配合很久了嘛，都会跟他说不然你的债务我帮你打折好了，也就是说可能打个5折啊，几折这样子，然后你还起来比较轻松。他说不要，他就是这样按照那个他所欠的金额去还，人家也是很有气魄嘛，不欠人家嘛。
就算他之后一无所有，那未来他小孩子如果还想继续从事这行业的时候，他留下的资产是很无形的，对不对？当他要做什么的时候，自然而然这样，大家都知道他爸爸的信用嘛，对不对？哦，所以那个信用的东西是很无形的，哦，不是说你留，就算你有些人他弄了一大堆财产给小孩，可是后面留的东西是这样的话，那个东西钱财也是守不住啊，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对于钱的部分、五欲的部分，哦，如果你能够用佛法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些东西会成为帮助你修行的资粮，而不是成为你修行的障碍。哦，为什么会成为修行的障碍？就是因为像刚才讲的啊，当他得到了那个徒弟，他听说是他的那个堂弟设的局啊，那个堂弟就算得到那个土地，得到那个房子，但他想他会快乐吗？也不会啦，会有后续又有很多的烦恼啊，然后会有很多的烦恼。那还有再来这辈子不还，累世以后要还，那个还不晓得要从何还起了，对不对？好，好，我们回到这个恶障，就是第七页的恶障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就要避免这些的产生啊，恶障的产生啊，那恶障的产生后面有种种的苦，我们待会也会讲到。至少我们在学佛，至少在很多东西这样越来越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的种种会越来越有智慧。所以他这边有讲到，所以学佛的目的在于怎样开智慧、求觉悟啊。可是常常还会，如果一般还没有上过佛法课程的人，一般对佛的概念是什么？拿两颗苹果，然后就开始这样啊，你啊，保庇我囝爱安怎，我查某囝爱安怎，我好心爱安怎，我那孙爱安怎，好不好？然后要一大堆，对不对？好，那佛菩萨还没有跟大家讲说，要不这两颗苹果还你好了，啊，不换过来好了，我给你两颗苹果，我来要这些好了。哦，要很多呢，吼，好，那所以这样，我们知道怎样求佛，其实应该要求怎样让佛让我们怎样有智慧去面对这些种种啊，对不对？而不是怎样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啊，那个欲望是怎样无穷无尽的啊，吼。那唯有开智慧才能够让我们自在。我们刚才说的谁帮你啊，对嘛，就是因为自己的没有智慧把自己绑在那边，然后动弹不得嘛。哦，那自己也没有智慧，那个每个人就都不一样了，哦，各有各的层面，哦，有些人呢就是在刚才讲的啊，哦，一般女众的部分在情执的部分，男众的部分可能就在权力啊欲望的部分，哦，那当然不是绝对啊，哦，只是说普遍性，哦，只能说普遍性，哦，或者是在法执上面啊，哦，不对五欲没有就是渐渐放下以后，有些人在法执上面有开始抓取一些你看哦，我学过五戒哦，我学过什么，我学过什么，哦，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听到有些那个他还说他学佛几年啊，学佛几年又怎么样，对不对？啊，学佛几年，学佛了20年，学佛了50年，学佛了100年啊，请问你贪嗔痴放下哪一样啊？好，哦，问这个比较实际嘛，对不对？好，哦，那个时间其实不是重点啊，哦，那个不是越学佛，有些人学到50年、100年以后，那个执着心越重，有没有？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哦，那个就没办法去说服人家学佛嘛，哈，哦。所以有些人他就说，好奇怪哦，他很希望他小孩子啊，他的谁谁谁啊，哈，哦，也一起来学佛，哦，啊，你如果没有这样展现的很有智慧，然后展现的那个很多东西让人家很佩服的话，哦，那就是一个怎样？你要去说服人家的地方啊，哦，要去说服人家的地方。那这个在关键呢就是在于怎样去除烦恼啊，哦，去除所知障啊，哦，所以学佛是在怎样求智慧，然后怎样去除烦恼，哦，所以不在于求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啦，哦，物质上的东西像这个我不晓得这位居士他有没有学过佛啊，可是他所做的东西其实就很有智慧嘛，对不对？哦，他了解
一些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啊。哦，不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般的。有些人赚了钱啊，或者是得到第一名啊，或者是什么，大家永远都会记着那个得到第一名的人，对不对？哦，或者是上台得那个得奖的那个人。可是其实上台得奖的那个人背后是多少人成就他，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没有不需要起任何的慢心，啊哦，都是大众生大家的成就。哦，经中就有说了，一切众生都具足这样如来的智慧德相，啊哦，可是因为我们的这样妄想执着啊，所以不能正德。哦，同学，妄想是哪些妄想啊？就是颠倒啊，哦，抓取我们的根根尘交色的这些为这样真实啊。哦，所以常常有些人就会说，哦，现在的人这样，有些人会产生烦恼，就是这样过得太认真了。哦，太认真了，太认真也会产生烦恼。哎，好，哦，认真做一个妈妈，刚才所说严母有没有？然后他们对母亲的定义是这样，要求小孩子成绩要到达几分啊？如果小孩子没到达这个成绩，代表他做的这个妈妈做的不成功，哦，那就这样颠倒了哈。哦，那世间的种种的那个学说有说到，就是人生观啊、宇宙观啊，哈，哦。那如果观察我们人生的本身和宇宙的环境啊，哈，哦，这就是有所得的一个概念，哈，哦，有所得的概念，哈，哦。那以佛学的觉啊，哈，哦，二障啊，哈，哦，也不离此二观啊，哈，哦，也就是这个二障也都是在人生里面，然后那人生里面要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去面对，哦，除这二障，这就是要佛法了，哦，这就是要佛法。世间呢，哦，说依观察者的知识的深浅，啊哦，他所得，哦，有些邪啊、正啊、圆啊或偏啊，哦，都不一定，哦，那可是呢，如果我们以佛学所讲的人生的那个宇宙啊，哈，就是佛以一切种智观察所得，哦，所以能够怎样属正而非邪，圆而不偏呐，啊，哈，哦。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各位同学在做任何事情或者在下决定的时候啊，哈，不妨问一问呐，啊，哈，如果这件事情是佛在说、佛在做的话，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哦，那就可以跳脱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想法，哦，众生的想法当然都是这样，以我为出发点，我就站立在这一点，那旁边的人就这样，好，哦，绕着他转，哦，一般的众生的想法是这样子，啊，一定是以我为出发点，好，哦，那可是佛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以众生为出发点，好，哦，以众生为出发点，哦，那这边后面就讲到啊，哈，生活大部分就不离众苦，哦，那苦就是这样，生老病死啊，这是四苦。那还有所谓的三苦，哦，我们看一下泡泡你的什么叫三苦，哦，苦，哦，就是因为苦事形成的时候而产生的苦恼，哦，例如说，家中当中有人往生啊，哦，那当然大家就产生种种苦恼心啊。像最近有一个那个师姐啊，哈，她那个父亲往生了，啊，哈，父亲往生，那她的一个朋友之前也是，就是父亲往生的时候有请，就是师父去医院帮她皈依，啊，那时候还没往生，那她觉得很殊胜，哈，很殊胜，哈，那所以她这次就是会告诉她那个朋友说，赶快去帮她爸爸做皈依，哦，那爸爸就已经往生了，所以就是只有他女儿过来过到讲堂去帮他代为皈依啊，哦，那皈依的时候其实在座的一些那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他爸爸也一起来参与啊，哦，所以他觉得很感动、哦，有时候众生他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感动支撑他，就是那他对学佛更加的有信心，哦，所以任何的法门其实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哦，没有不只是说你在这当中你不要产生执着性，哦，那在这样子对众生如果他能够产生信心啊，产生一些
能够让他觉得学佛是很好的，那都好哦，都好哦，这就是所谓的方便嘛。哦，我们刚才讲的对家里也好，对很多事情也好，两个原则是什么？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嘛。哦，那其他都好谈哦，其他都好谈哦。所以这三苦里面的苦苦呢，因为苦事而产生的苦恼，那再来坏苦哦，这个就是这样乐啊。哦，同学认知当中快乐这样消失了。哦，例如说同学去，有人就说啊，哦，他常常去聚会，哦，尤其是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那觉得还好。可是如果跟人家一起去吃饭啊，哦，然后怎样唱歌很快乐啊，很快乐，回来以后他觉得更空虚了。为什么？坏苦啊，对不对？哦，因为你这样觉察到乐事的逝去啊，了解这意思吗？哦，一般的人说，哎，我不晓得为什么，哎，为什么，哎，反而去吃完饭啊，大家很快乐，回去以后反而觉得更空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怎样，你的快乐怎样已经消失了。哦，好，那再来是行苦啊，哦，就是行者牵流啊，就是一切都在演变所产生的痛苦啊。哦，我们刚才讲到无常其实好不好？无常本身没有好坏啊，只是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在看无常。哦，无常他有些人看无常他觉得很消极啊，哦，我现在拥有的快乐马上要失去，我拥有的先生小孩所有的家人终于一天都会失去，所以我觉得很烦恼很痛苦啊。可是以佛法的，你要以那个积极面来看无常的话，你会知道他怎样，其实在告诉你这世间上的事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执着跟抓取的，哦，所以不要再烦恼了，赶快修行吧。哦，有没有很积极？有嘛，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看无常的方式啊。就像刚才那个看的那个影片当中，那个居士，有些人看到那些胶卷，他想到的是什么？钱啊 ，money， 哈，有些同学啊，开始连钱的形状都比出来给我看了。有些人看到的就是这个啊，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他不要让这样的那个财富让，就是说这么好的片，那个影片可以让大家一起分享啊。好，那你如果死抓着不放，那当然就很痛苦啊。你还要保管它，还要干嘛的？你交给人家，人家会帮你处理好好的啊。啊，然后而且还有更多人去看到这些精彩的画面啊，那不是很好哦。所以常常在那个社会上哈，哦，有些像那种独家秘方，有没有？好，都很容易就这样流传失传了，原因就在这边啊。可是大家想看看，这么好的东西不跟大家分享，不是很可惜吗？好，哦，那干嘛一定要这样哦？如果当然，我们如果自己就是经济上 OK 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怎样，那大家一起分享不是很好哦。可是因为我们一般的众生都有我的哦，这是我的呢，哦，那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哦这样的观念？所以这样一些好的东西都会流失啊，那真的是很可惜啊，哦，真的是很可惜啊，哦，所以我们学学这位居士的一些那个做法，那让大家这样，我们快乐，大众生也快乐，大家都快乐啊，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三苦啊，哦，可是这三苦其实有时候称为苦，有时候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哦，像苦事而 产生的苦恼，像有些人开始学佛是因为什么？家人往生，哦，是一件苦事嘛，对不对？一般的是叫苦，对不对？可是你很积极的把它变成一个学佛的契机的话，是不是会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哦，刚才有同学说，哦，听佛法好快乐哦，很快乐啊，哦，那可是有些人因缘他需要一个契机嘛，有些人契机就是在什么发生一些挫折啊，一些可能你觉得很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开始讲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佛法，这听很多哎，蛮多都是因为这样的哦。像有些妈妈她到那个讲堂去听课，她会说，因为他的小孩子这样之前生病，病得很重，哦，差一点往生，所以他开始这样接触佛法，哦，所以苦哦，就看你怎么样去看他。那坏苦哦，坏苦当然
热，我们怎么样热是那个认知什么叫做热。如果我们认知知道五欲都是苦的话，我们会不会认为它是热？就不会了嘛。哦，所以很多还是看自己的一个看事情的立场跟角度啊。哦，那真正的热其实到了，你如果修行能够修到三禅的话，哈，那三禅的热是那个就是在欲界跟色界当中最热的。哦，那热到怎样？大家有听过吗？每一颗你的毛细孔啊，都感觉到那个快乐。好，那我们现在的快乐是怎样？很无常嘛，马上又消逝了，然后又怎样？啊，又开始又空虚啊，种种的。可是那个修行的快乐会让你怎样？乐不思蜀哎。好，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哦。尤其是刚才说的啊，那五欲。这些世间的那些乐事只是怎样绑住你而已啊，把你越束缚越就是让你这样动弹不得而已啊。哦，但很多少人为了要追求这个乐事，然后怎样，例如说钱，有些人觉得赚钱很快乐，然后有些人变成钱的奴隶啊，他一直在赚钱啊，他觉得那个后面的背后当然就是一个贪字了。哦，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背后，当然就是一个贪字。他开始这样很辛苦、很辛苦的拼命的去赚钱，哦，他觉得赚真的让他赚了很多钱以后，他会快乐吗？很难讲嘛，对不对？很难讲啦。赚了钱以后，他如果有贪念这么重的人的话，他还会去继续去贪其他的东西啊，对不对？那就是人的习性嘛。但给你之后，你会满足吗？同学要知道，快乐不是因为拥有而快乐啊，哦，不是你拥有越多你就越快乐嘛，对不对？哦，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看清楚世间的真实相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越看越淡，哦，越看越开，哦，我们知道生老病死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哦，很正常的。所以像那个庄子有没有，不是他太太往事还在那边就是敲锣打鼓啊，他说他本来啊，他就是本来就没有太太这个人啊，他是因为他生出来以后，然后他现在往生的不是刚好就是回去了嘛，所以他很快乐，他觉得很快乐。哦，那当然学佛不是要大家变成这个样子啊，而是说我们会对世间上的事情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我们不会去很执着跟抓取一定要怎么样。哦，好，那再来三苦以后有八苦，八苦就是这样，生老病死。哦，生老病死，生的时候有痛苦，哎，同学记得吗？不记得哈，唯一不记得就是这个生苦了。哦，老苦大家就嘿，有些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就开始脚啊，哦，有些种种的退化。哦，那病的话，病苦的话也不一定是老人家，也不一定是小孩子，哦，都种种都有可能啊，哦，无常视线啊，哦，那再来食苦，面临死亡的当中的痛苦。哦，这食苦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生对这色身的抓取所产生的痛苦啊，对不对？哦，同学为什么会痛苦？因为最要离开最爱的儿子、最爱的太太、最爱的先生，哦，所以产生的痛苦。哦，但我们如果知道本来我们在这世间本来就是因缘性的和合啊，哦，时间怎样住后后归几，人家说阎罗王要你几月几日几点几分走，那你怎样就是照那个时间啊，哦，所以都安排好了。哦，那你知道这其实都无常的事件而已啦，哦，无常的事件啊。也看过有些妈妈，有一个妈妈，哦，她对于她小孩子往生了以后，几乎一辈子都走不太出来。哦，她说她先生就叙述她三年大概那个她那个小孩子，哦，还很小，往生以后三年没出过房门。哦，那个就是真的很痛苦啊，很痛苦啊，哦，对世间相没有去看清楚，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子。哦，那小孩子来这世间的因缘就是例如说他是七岁往生，就是七年而已啊，哦，就是七年而已，你跟他的缘分就是七年而已啊。
那再来就是死苦也，这边还有一个爱别离啊，哦，一样啊，哦，对所爱的人，哦，要分别的痛苦，哦，那在怨憎会，哦哦，这个一般有些公司行号，哦，有些人就是 说有些在那个工作的时候啊，哦，或自己的家人啊，哦哦，跟仇人这样见面很痛苦，可是这样每天都要见面，哦，就非常的痛苦，哦，这其实就是回向啊，好，哦，回向，我们可以利用回向的方式去解啊，哦，也就是诵经回向给对方，好，哦，诵。有些同学就说，我就那么讨厌他了，我还要诵经给他，那怎么对，对不对？好，哦，那我巴不得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还诵经这么好，我祝福他，哎，那怎么对？哦，其实祝福他就是祝福自己啊，哦，你如果能够解掉这个冤的话，不是你也快乐吗？对不对？哦，所以这样诵经回向，哦，诵经回向，怨憎会的时候就是回向他这样，哦，很多的结这样以解，哦，就是不要去跟人家结那个怨，哦，结那个怨。那第七个就是求不得，哦，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得不到，然后痛苦，哦，然后再第八个就是五蕴的那个炽盛，哦，五蕴的炽盛，哦，也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啊，哦，一直在乱的时候就会开始这样作用太过炽盛，哦，就像刚才讲了，哦，做任何事情然后会被这五蕴给这样绕着转，啊，哦，绕着转，就是后面的作用全部都是在贪嗔痴当中啊，哦，所以因为这样子覆盖我们的真性，哦，也就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所以死后这样又要再生了，哦，死后又再生了。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痛苦啊，哦，简约的归纳成这三苦八苦啊，还有后面还有八万四千苦啊，呵呵，其实八万四千苦能不能形容我们的苦啊？够不够？不够啦，八万四千而已，对不对？好，哦，它细分还多的嘞，哈，哦，只是说它做一个归类了，哦，归类了，哈，哦，然后无量无边，哦，啊，好加扣的，哈，哦，扣不了的，哈，哦。好，那再来呢，哈，哦，如果我们不自由的话，身心夹都受到束缚啊，然后事事都不合理想，哦，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哈，哦，理想。好像我们常常都会说，哎呀，顺心如意啊，顺心如意啊。好，那如意要如谁的意比较好？如自己的意比较好哦。同学有这么有智慧哦，你的意思都是好的吗？那如果你如果你的意，你就会是这样子，就代表一切都好吗？好，我们如意最好是如佛的意，对不对？好，这样比较有智慧嘛，对不对？如人的意的话，同学都在想什么？最好每个人都要符合我的想法，然后配合我，对不对？好，那如你的意还得了，旁边人不痛苦死了。所以怎样，我们要如意要如谁意？对呀，啊，如佛意呀，啊，哎呀，所以一切都是这样最好的安排，哦，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事事不合理想，不合什么都不合你所想的话，那代表我们的想怎样太狭隘了，太狭隘了，哦，因为我们要求的东西这样设的框框太小了啦，哎呀，啊，就像同学你要如意，你要觉得理想，你要觉得快乐，那可是你设的那个箭靶有没有，你就像设那个飞镖，那你设箭靶那个靶就这么小，然后才能够符合你的快乐跟如意的话，容不容易射中啊？对嘛，那当然就很多东西你都觉得不如意啊，然后当然如果你的快乐的那个箭靶只有中心那一点的话，你有没有，你容不容易快乐射射看？念成那个神射手才有办法的，哦，所以很多东西的快乐跟不快乐其实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啊，你的念头啊，哦，你如果像有些人啊，哦，他觉得不快乐因为他要求很多，他要要求有些父母亲他觉得小孩子带我出去玩我才会快乐，那容不容易快乐？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哪有空带你出去玩，对不对？
好，那如果你的快乐是怎样？我自己一个人的、啊、哈，然后搭公车做什么？然后反正我只要能够出去，然后外面走一走，然后我就很快乐，容不容易快乐？容易嘛。同学，台湾的老人家很奇怪，交通工具很少哦，有时候看到老人家很少哦。那可是你要是去日本，你去看看，他们呢、啊、哈、哦，常常都是啊，背个背包，戴个帽子，拿个拐杖，人家就出门了。哎呀，他们有时候去什么参访啊，有时候去那个他们叫那个拜拜啊，哈，就是那个到各个寺庙去拜拜啊，哦，他们都这样自己一个人就出去了，哦，那台湾老人家比较走不出去，哦，所以其实要快乐，要不要快乐，其实怎样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啊，对不对？哦，你要说一定要等到小孩子，一定要等到谁谁谁怎么样你才会快乐，那个箭靶就真的太小了。好，你把快乐的开关怎样交给别人了，那不是怎样很难快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快乐要怎样把那个决定权拿回来，我们自己决定。好，我们要快乐，我们今天做什么，好，像同学来上课，对不对？自己走出来啊，好，而不是在家里一直在想，哎呀，等小孩子怎么样，等小孩子怎么样，哦，现在小孩子忙得很，哦，好，那再来啊，哦，有些人就觉得对一些不平等，哦，不平等，哦，像有些人很聪明愚笨，哦，有些是怎样 美丽，有些是丑，有些是贵，有些是贱，有些是贫，有些是富，哦，千差万别，哦，其实我们从眼前来看是叫不公不平等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巴士的立场，哦，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今天的整个色身，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气势间，哦，易报正报，其实都是这样自己造就而成的啊。那公不公平？公平啊。哦，不平等是因为我们看眼前好像，哎，为什么有些人长得漂亮，有些人长得丑，哦，为什么有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就自己造就的啦，哦，自己造就的。好，那当然啦，这些如果你长得那个丑啊，哦，或者是比较贫贱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其实也是这样，有些人会觉得哇， 那我现在要该怎么办，哦，该怎么办。好，那我们依照佛法的定律，就是说你怎么付出其实就能够这样怎么得到嘛，哦，那法界是很公平的。那你如果想要得到什么，哦，你就例如说同学你想要得到快乐，对不对？哦，那你就这样不要让别人不快乐，然后尽量让别人快乐，你就会快乐了。哦，好，所以一切的这些所造作的都是苦因啊，哦，像我们这些他这后面举例的杀盗淫妄，哦，这些都恶业啊，哦，那糊涂人就办糊涂事啊，哦，都认为都看着看这一辈子啊，哦，身口意的那个所动啊，就是他的背后都是怎样无名啊，哦，都是无名啊。那如果是佛的话，他的那个身口意背后都是什么智慧啊，哦，那众生的背后都是怎样无明啊，哦，好，所以这样我们知道人生苦，所以这样我见，可是呢一般的仍然还是我见真故啊，哦，所以必须要觉察才能够离苦得乐。那再来宇宙观的话，哦，也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宇，如果同学觉得这世界上是实有的话，我们去实际去看的话，哦，像他后面举例子啊，哦，在这一段的第二是第四行第五行的部分，哦，就是秦始皇他去讲兼并五那个六国嘛，有没有得到很多，对不对？哦，一时的霸主，哎，哦，那现在在哪里那现在在哪里，好，哦，同学一般有哇，这好伟大哦，可是怎样现在在哪里，哦，所以我们观察 不管我们从这个佛法的法来讲啊，哦，
同学如果能误入的话，或者是我们从一些人情事理来看的话，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啊，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法并不是说，有些人说佛法它是专门在讲苦的宗教，也就是说佛法它是个消极的宗教，对吗？没，不对吧？它只是叙述出人世间的真实相就是这样啊。我们为什么不这么觉得？是因为我们这样看不清楚吗？哦，看不清楚啊，哦，所以佛法只是把这个真实相讲清楚了，讲贴切了给大家听而已。那你们知道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哦，人家说也要清清楚楚嘛，哦，清清楚楚。这佛法就是让各位同学清清楚楚的了知这世界，哦。好，那我们看到那个宇宙人生的范围，哦，这边他所说的一般来讲就会有，就二障来讲，啊哦，二障来讲，这边他就举一二，啊哦，就是让大家知道，啊，有哪些，啊哦，那这也是佛的 觉察跟觉悟，啊哦，除此之外，啊哦，以时间跟空间的话我们来看，哦，空间的话就是十方，那时间就是三际，哦，同学在看这个时候不妨可以放到后面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名词的解释了，哦，所以我说这些东西其实不用背，啊哦，它后面都有，哦，第十一页的宇宙，哦，与那个空间的十方，第十九十方的话它就是这样，东西南北，好，然后东南西南，好，然后东北西北上下，就位为十方了嘛。哦，这所以它形容的是空间嘛。那三际呢，就是讲现在、过去、未来，就叫做三际。好，哦，所以就是这样时间。哦，上面是空间，底下是时间。那这样就成为宇宙嘛？宇就是这样一个宇字，时间还是空间，反正一个宇是。宇宙加起来就是时间跟空间的一个总和啊，哦，好，那佛之所觉需要如此大者，啊哦，那以佛来度众生呢，哦，十方三世皆有众生，而且所居的环境都不一样，哦，大家听过十法界嘛，哦，众生都在这个十法界当中，哦，都在这个十法界当中，哦，所以以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所有事情都知道，哦，那如果有一个一事不知或一生不度，就会讲觉行不满，哦，那佛所觉得呢能够如此大者，是因为我们讲心性无外顾啊，哦，我们往内求啦，哦，但一般的众生有些都在求外面的事件种种啊，哦，就像刚才讲的啊，求小孩子要孝顺啊，求要住大房子啊，啊要有名车啊，还有名包啊，哈，在座的比较不会了哈，可是，一般你去外面，只要走出这个门去看，大家大部分都在忙什么？就忙这些嘛，哦，为民的，为利嘛，哦，不外乎就是这两个，然后就每辈子每辈子一直轮转，一直轮转，哦。所以佛之觉得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样心性这样无外顾啊，哦，啊，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啊，哦，空生大觉中啊，哦，你要能够怎么样去认，就是觉悟到空呢，哦，也就是在大觉当中啊，哦，就像海里面的一个这样，这个欧发就是水泡啊，哦，水泡啊，哦，那个水泡是怎样生出来就不见了吗？哎呀，那世间上种种不是也都这样吗？只是时间拉长一点，有的呀 几十年，有的几百年，有的几千年，哦，那也是这样，不，然后就没了嘛，哦，你去细观这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如梦幻泡影啊，哦，如梦幻泡影。那这边也有说啊，虚空啊，在我们的心内啊，好，就好像怎样云啊，点在怎样，它那个太清就是天空啊，天空当中的一片云这样很小，对不对？好，
我们的这颗心其实很大哦，大家不要小看这颗心了、啊、哈，因为我们这颗心能够生万物啊，对不对？好，一切都唯心所现嘛，哈，唯心所造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这颗心其实这样，比大家所想象的这样无限的潜能啊。好，我们现在所用六根六尘所开发的这个东西，只是占其中的非常非常，简直就看不到的那个分量啊。哦，那如果同学能够用佛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开发是无限的，然后开发是无限的。所以在这边讲到心性，其实这样尽虚空遍法界。好，那佛呢，他已经讲断无明了，好，也就是这样，他没有烦恼，能够彻见这样本来他本来的面目啊。好，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明以前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什么明嘛。好，我们十二因缘当中的本来是因为无明而轮转嘛。那你如果能够这样断无明，然后就能够回到你的本来面目，就是明嘛，就是智慧呀、啊，哦，那个状态是能够真的能够支配人生宇宙的大自在者嘛。所以我们说人的不自在是因为怎样自己的知见绑住自己了。哦，如果你觉得你不快乐，你觉得很多东西怎样不顺你的意或怎么样的话，其实这样都是这样，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一些思想去做一些改变跟处理啊。好，那经者呢？哈，如果对人来讲，哈，有能够办那个全球，好，有人，大家想看看，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他要办全球性的活动，哦，那大家一定觉得他怎样？骗人的哦，骗人的。那如果跟佛的志向比的话，哇，他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哦，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哦，那比起来这样，就感觉这样，哦，还那个办全球的活动也还好而已嘛，也还好而已嘛，哦，那同学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借由能够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然后开发我们智慧，自然而然我们对世间上的事情都会用智慧的方式去处理，才不会用我们自己的，一般的人都是用情绪嘛，喜欢讨厌高兴不高兴，然后就产生了种种的烦恼。啊，可是如果我们越学佛法的时候，我们智慧越开启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怎样，所以我们常常说学佛其实并不是要让大家就是说生活过得很顺，一般的人都是在求自己生活过得很顺，对不对？那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智慧开发了，那你的处理事情就是说，例如说你从本来是一岁的智慧开发到十岁，你能够应付的东西就更多了啊，对不对？就算有一些不如你的意不顺心的东西，你也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处理嘛。所以学佛真正重要的是在开发我们的智慧，而不是在求那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外在的这些是什么？太多了哈，太多了，不胜枚举啊。那可是如果我们智慧开发了，其实就等于是得到这些所有的。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当我们以更有智慧去面对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挫折，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些其实都不是苦，不是挫折，只是一些这样真善缘而已啊。都是一些真善缘。好，那如果同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